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1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本周四六为一次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10届第7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5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2年3月16日上午9时至12时19分，地点本院群贤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万美玲委员等13人，列席委员刘世邦委员等14人，列席人员教育部常务次长林腾蛟率同有关人员。主席范召集委员云，报告事项，应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教育部部长潘文忠列席就强化112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竞赛事宜之督导查核机制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本次议程由委员万美玲等20人提出质询，均应教育部常务次长林腾蛟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正任前提出书面质询，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所提书面质询或相关资料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对委员提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通过临时提案3项，宣读完毕。好，在场委员未答议决人数3人，议事录暂不确定。今天的议程是邀请教育部部长潘文忠、文化部部长史哲列席就依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应办理之转型正义任务及人权教育推动情形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首先介绍在场的委员，其次介绍与会的官员。现在我们请教育部潘部长进行报告，报告时间10分钟。那个潘部长过一会，我刚忘了介绍我们现场的官员哦，谢谢。刚刚这位就是我们教育部的部长潘文忠哦。好，那我们文化部是政务次长王时思。好，谢谢两位哦，带领所有的官员。好，请教育部潘部长进行报告，报告时间10分钟。主席、各位委员、理事先生、各位媒体朋友，今天应邀列席大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就依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应办理之转型正义任务及人权教育推动的情形提出专案报告，仅从依法定任务推动办理转型正义教育及深化人权教育推动情形来进行重点的说明。那首先，依法定任务推动办理转型正义教育，为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解散前，本部办理转型正义教育的相关工作，是借由课程教学及教师真能研习，深化学生对转型正义的认识跟了解，如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纲纳入转型正义的议题，大专校院持续宣导开设人权相关的课程，协同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研商109年修订教育部人权及公民教育忠诚计划等，在111年5月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增订第11条之一、第11条之2，明定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依规定解散后，国家应办理的转型正义事项交由各常设部会来办理，其中第11条之2第1项第5款转型正义教育是由教育部主管机关来办理。那么同条的第2项明定，转型正义各款事项涉及各机关之执掌或业务时，各级政府机关应配合办理。本部拟定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也在今年2月20号奉行政院核定来正式实施。那么提出以全民为转型正义教育的为的主体，也拟扎根学校融入教育，重点对象深化理解、社会沟通、促进和解、实践人权永续价值等推动策略及相对应的方案，透过面对过去、处理遗绪及展望未来的学习内涵，希望能够达成促进社会理解与和解、国家体现人权价值的愿景。行动纲领也依照重点的对象设计不同的推动方法跟行动方案，这当中除了各级学校教育之外，还包含一般公务人员的训练、特定专业人员的训练，这也包含司法人员、军事人员、警察、情报人员等，以及社会大众的沟通承接转型正义教育相关部会延续推动等。本部后续
来落实实践行动纲领，将强化各级学校推动转型正义教育，适切融入与各学校各类课程及教学，并运用多元活动营造情境，如鼓励学校结合校内教职及学生身份、政治受难者的故事，办理案例的分享讲座或活动，不宜一直纳入户外教育参访的活动等，另也依照行动纲领来协同各面向的主办机关、延边一般公务人员及特定专业人员转型正义的教育指引，提供各机关具予规划专属推动计划或训练课程，建制推动转型正义教育专业支持社群及资源共享平台，结合各项转型正义事务的公开发表、真人培力，来促进资源的共享。那第二部分是针对深化人权教育推动的情形，来向委员做说明。联合国在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呼吁学校教育应提倡对权利与自由的尊重。因应我国陆续通过各项核心人权公约，本部配合进行法令的检讨、撰拟国家报告及参与国际审查会议等。那配合行政院落实国际人权公约，推动人权保障相关的政策，本部参与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担任人权教育组的主管机关，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结合各国际人权公约国家报告结论性的意见跟建议，拟具相关的行动方案，持续推动人权事项的革新。本部人权教育的发展，从1987年开始公布国民教育9年一贯课程纲要，将人权议题列为国民中小学课程的重要议题。现行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也维系列为重大的议题。那为落实推动人权教育，本部规划人权及公民教育忠诚计划，实施期程也从106年到110年，那并在109年来新增转型正义纳入推动的重点，111年调整修正为人权及公民教育促进方案，以利人权教育的永续发展。本部依促进方案落实营造尊重人权氛围及公民参与的友善校园环境，发展并落实人权及公民教育课程与教材，加强教师专业伦理及人权公民法治素养，普及及宣导人权及公民教育的理念跟行动实践等4项的策略，并以每年会诊成果来做相关的实施成效，也持续的做滚动的修正。那么推动的情形简要跟委员报告如下：成立国教辅导团及人权教育资源中心，研发教材教案及教师真人的研习，大专校院鼓励开设有关人权等相关的课程，并纳入奖补助衡量的指标。另外，在中小学校长在职班、校长主任回流班也开设20个学时的课程。另外也推动师培大学跟附设实验中小学协作融入师资职前课程及产出教案，提升教师专业的素养。如研发白色恐怖不迷路的地图，入校推广25个场次。另外，维运教育部人权及转型正义教育资源网来持续的收集人权教育、转型正义等相关的教学资源，充实师资人才资料库，并办理亲子活动及推动活动，以普及宣导人权理念。那本部目前也正在研拟推动国际人权公约实践方案，规划结合国际人权公约，评估各级教育阶段推动人权教育的相关结果，采用工作方形式来研拟实践方案项目，再透过座谈会及咨询会来广纳多元的意见，形成更完整的实施方案，以落实深化校园人权保障的机制。人权是我们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也是普世的价值，不可或缺的权利。政府对于个人应有的基本权利都应该给予尊重跟保障。本部将持续稳健推动转型正义教育及人权教育，落实与学校教育培养人权意识，也希望能够深入理解、内化与社会，让经历威权统治时期的受难者能够得到平复跟安慰，也让社会大众能够主动关怀人权的议题，并能够捍卫人权，从友善校园扩大实现为自由民主。
和平尊重的友善社会。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谢谢潘部长的口头报告。那我们现在请文化部王次长进行报告，报告时间十分钟。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今天是就大园教育及文化委会的邀请，本部就依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应办理之转型正义任务跟人权教育推动的情形进行报告。在这里也感谢各位委员对转型正义跟人权教育的关心跟支持。那台湾历经数十载的这个威权政治，不仅发生许多人权侵害的事件，也对社会造成了整体的伤害。所以从106年公布实施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成立这个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任务机关之后，我们就系统性的从政治档案开放、威权象征处理、历史真相还原跟不遗址保存的面向来推进转型正义的工作。那促转会在111年5月结束这个总结报告，依法解散提出总结报告之后，行政院也就设置了推动转型正义这个汇报来负责相关的这个事项的整合。那现在由文化部来主责的是不易遗址的保存、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跟政治档案研究与应用的转型正义的任务。那并且依照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来规划不同形式的社会沟通方案，将任务的内容跟办理的成果转换为转型正义的教育素材，来促进社会多元参与、形塑社会的共识。那我们现在就我们文化部主责的转型正义任务的办理情形来做报告。那我们依据促转会这个任务总结报告的建议，在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国民参与对话以及深化转型正义任务内涵的社会理解这两项主要的目标。所以我们最新办理的情形包括几项，第一个是政治档案的研究与应用跟人权教育的推动。那转型正义的核心理念在正义跟真相，那透过政治档案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往的真相，而人权教育的推动在于促进当代社会面对人权受害的历史，反省过去，汲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那所以主要推动方案包括提升政治档案的研究能量，这里由人权馆持续办理威权体制跟转型正义的相关的调查跟研究，而且参考促转会总结报告的建议来规划发展有关社会控制、政治案件的羁押、审判以及交付感讯流程的研究主题，并且探讨国安情治系统跟党国体制的运作。那111年人权馆结合相关的学术单位，完成了台湾白色恐怖历史概览编纂第四期的计划，还有威权时代糖厂跟职业公营事业政治案件研究的调查计划，还有威权时期新闻从业人员涉入政治案件史料盘点的调查计划，还有从日治到威权时期高雄劳工运动及相关时机点的调查研究计划，这四项主要的调查计划跟很多其他多项的研究专文。那112年，我们聚焦在威权体制跟白色恐怖空间的探讨，办理安康接待室的历史调查跟相关人士的口述访谈计划，还有离岛地区的白色恐怖时期的相关历史场址的调查计划，来因应促转条例纳入贫富行政部法，探讨办理感训教育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职业训练训导的体系。此外，有过去在学界比较少人关注但受审判者很多的政治案件，我们也邀集了相关的学者办理专题研究，探讨所涉当事人的组织还有空间，以让社会大众更加能够理解威权时期统治的这个历史的样貌。那第二就是我们加强政治档案的推广及应用。那在促转会移交的促转正义的资料库里面，人权馆会持续的营运，而且开放大众使用。那110年，我们已经完成促转会公告的这29名贫富司法不法的名单，还有相关资料的更新。那112年也公告了420名的贫富国家不法的案件。那我们会持续办理这个相关的档案的收录，而且更新资料，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跟查阅。那为进一步推动政治档案及研究成果的禁用，我们现在人权馆课程规划威权时期的整合检索平台。那希望透过这个平台系统性的呈现，把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始末、空间的介绍，还有当事人所涉及的政治档案、口述历史、出版品、调查品、调查的研究的结果，都可以在
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可以上线，那可以作为政治档案应用跟社会沟通的一个基础，可以从比较多元而且方便检索查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段历史的伤痕。那也为了协助大众解读政治档案跟促进社会沟通，所以人权馆也做多元的出版品的转译，包括白孔历史跟人权故事。那110年我们也出版了好几本书，那请大家参见。那另外我们也出版了一些是工具书，那这些工具书你也得到这些金鼎奖跟国际的大奖的编辑，不管是在政治档案本身的分析，还是在白色恐怖的散文的这个出版。那我们会持续评估适合出版的研究计划，将学术成果转化成合适大众阅读的书籍，来推动转型正义的知识的普及，发展人权的绘本啊，甚至是诗选的文学作品，创造社会沟通跟对话多元的可能。那另外在人权推广、教育推广的扎根上，人权馆也汇集了政治档案来研究包括民主人权的各式素材。那主要涉及有几项，第一个是人权故事行动展，第二个是人权素养的教具箱，第三个是人权素养的课程，用多元的人权教育的资源形式来提供学校教师丰沛的这个教学素材，可以在校园里面来落实人权教育工作。那另外我们也推出人权故事车自由导读这个计划，是把人权的图书带进校园，那搭配政治受难者的前辈的导读，用人权馆的出版品跟作为学生人权知识背景的认识，把知识跟阅读跟转型正义的相关的理念扩散到各地的学校。那近来我们也积极透过办理各类型的活动来提供多元的人权教育，包括人权艺术节，还有绿岛人权艺术季，台湾国际人权影展，然后也有儿童人权绘本的学习基地的开设，还有人权绘本种子师资培训的工作坊，举办人权教育绘本创作培育工作坊跟成果展示。那我们甚至在第一届的首奖作品也入选了2021波隆纳插画的大展，那也得到了111年的金鼎奖，在图书类跟少年图书类。那第二个是中正纪念堂的转型，那中正纪念堂转型的目标是跟社会沟通场域的打造。整体来说，中正纪念堂园区的整体规划配置设计，那因为原先比较是朝向领袖个人崇拜，那所以怎么样转成从这个威权崇拜的标记转成彰显民主价值的体系，是这个任务的主要目标。那基于面对历史正视伤痛尊重人权，所以文化部从106年开始展开这个中正纪念堂转型的社会共识的建立工程，持续办理艺文活动，空间使用中性化，而且逐步调整业务的重点，致力于将文化的场域打造成跟社会连结跟沟通的平台。那我们在110年办理了许多人权跟转型正义的主题的相关的展览，包括团体的导览，还有研习的活动，还有改善导览的业务，包括导览的多语化等等。那我们接下来会持续跟各界沟通，来凝聚社会共识，以民主程序推动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期待以历史的纵深跟台湾整体发展的视野的角度来推动转型过程。那110年我们进入专业空间思考跟讨论的阶段，由台湾现代建筑学会、都市设计学会、景观学会国内的三大空间规划设计专业学会，以对中正纪念堂的100种想象发起中正纪念堂转型概念的征建计划。那我们已经于111年5月30号启动计划，那也在111年的12月1号公布了学生组跟社会组各15组的初选入围名单。那也在今年的3月10号用记者会公布了学生组跟社会组最后5组的决选名单。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在今年的年中来举办中正纪念堂转型空间改造议题的这个净土的策展。那希望透过这个策展，也让更多人关注跟理解到中正纪念堂转型的必要性。那在不遗址保存跟观念的推广部分，在促展会解散之前，就已经有公告全国42处的不遗址。那总结报告里面也有罗列潜在不遗址有64处，那这106处就是我们接下来持续办理不遗址保存的事宜。那为了增进社会对不遗址跟历史意义的认识，人权馆在108年已经建置不遗遗址的资料库的网站，所以民众可以查阅不遗遗址的相关介绍。那112年1月也完成42处不遗遗址的资料的更新跟网站的这些改版的作业。会持续补，然后接下来针对潜在的部分，也会持续来补助需要保存跟维护不遗遗址的需求。那
有关不遗址的保存的法制方向。那我们后来经过一些研讨之后，我们现在决定以制定专法的方式来推动不遗址的保存计划。那所以在今年，我们希望在这个会期可以把不遗址的专法的立法可以推进送进大院，那也请大院在送进之后来支持这个专法的保存。那转型正义是国家反刑不法跟不义的过程，本部会在反省集体记忆、深化人权价值的目标下，持续推动转型作业，并且透过跟社会大众的参与对话跟沟通，来提升各界对于威权政治时期国家系统性侵害人权史实的认识。也请各位委员指正四教，并且给予支持，谢谢。好。谢谢王次长的口头报告。那现在我们进行询答，每位出席委员质询7分钟，必要时延长2分钟。列席委员质询时间为5分钟，列席登记截止时间为上午10:30。委员如有临时提案，请于上午10:30以前提出，并于范云委员质询结束后进行处理。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首先，我们请发言登记第一位的陈培瑜委员质询。有请教育部部长。有请潘部长。委员早。部长早安，我们就快速切入，今天时间有限。那第一个我们想要跟部长谈一谈，其实在教育部跟之前已经颁布了一个行动纲领，我想这个部分部长应该是熟悉的，对吗？是，2月20刚刚行政院核定。对对对。那针对这个行动纲领跟现有的这个学校课程跟课纲的规划，我们有一些想法跟有些建议想要跟部里面这边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228不要只是成为一个放假的名词，或者是大家觉得有放假好好，但是228到底实际上相关转型正义的很多事情，它从学校里面，从学校外面，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行动纲领里面看到，这个是部里面整理出来的版本。不管是在面对过去或是处理相关的遗绪跟展望未来，都有非常多的作为，在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看见，我们也非常肯定部里面在这个部分的规划跟想象。那确实在学校的部分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教育部这边在推动的相关的课程跟方案，是以学生为主体，可是我们不禁要说，因为大部分的学生他们在认识228或是相关的台湾的历史，相关历史，大部分的学生其实是透过课本，这我们不可否认，对吗？课本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知识来源。比较普遍是尚未接触的，对，是我们虽然推了很多阅读素养，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的学生如果他在没有其他的阅读延伸，他其实是从课本学会这些事情。那我们来看，我们现在手上有这不管是康轩、翰林、南一有相关的版本，只要有这些课本读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重点，例如说课本上会提到政府已经针对当年处理的失当公开道歉，然后并且进行新建纪念碑，希望抚平历史的伤痕。不管是在哪一个版本，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像这样的结论。那可是呢，这样的结论对于学生来说，读完之后他们到底学会了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在很多的论坛或者很多的论述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好啦，政府好像已经有做了赔偿，也做了道歉，甚至有新建纪念碑，那是不是就让整个时间来淡忘这个事情就好了呢？可是我们在相关的课本论述当中，我们完全没有看见的是，学生们在这些课程的内容之后，真的可以学会228事件对于现代，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公民独立思考的社会的相关影响，或者是类似的人权侵害事件，在我们如何避免它在未来一再一再的发生，就如同最近发生的枫叶高中的事件，我自己个人认为，我也觉得它是一个人权侵害人权的事件，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上对象或者是管教关系的事件。可是在整个学校体制当中，不管是学生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所谓这些校安人员，大家都没有对这件事情有这样的共识，那我们如何避免未来情况再度发生，或者是整个历史跟真相和解的关系跟学生自身的关联？当我们希望看到这些学生的素养跟思考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学生们看见的是这个，他可以拿来作为商家的折扣欢庆，例如说折扣码叫做 peace， 折扣码叫放228，或者是我们在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共生音乐节下面有一些留言了，大家说228是什么不重要，但是假一定要放，我们感谢228为我们付出。那我要讲的是，曾经身为学校老师或者是身为家长的我，对于我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也觉得非常的荒谬哦，就是在有一个民间的教科书版本，他们在本土语言课程里面想要放入两篇文章，可是送到国教院去审查的时候，审查的委员却说这个课文内容充满了负面、不甘心、愤怒的氛围，还说社会上还需要凝聚共识的问题。也就是说，原本在语文课程本土语言跟文学的相关融入素材当中，其实这个出版社他非常有心，他想要融入这个议题，他也想要把文学跟本土东西一起放进来，可是却被国教院有这样的审查回复。那当然他们后续也自己做了一些澄清跟说明，这个部分我相信部长应该也熟悉，我就不在这里跟部长说明。但是我们要想的是，既然都已经颁布了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然后同时在部里面也推动了相关，不管是从教科书、从活动办理、从相关的内容，我们都可以看见有非常多的规划，可是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这里想要提出四个建议，教育部可不可以把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列为未来新课纲检讨跟未来修改的必要基础？我知道这个部分是困难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往这里去想，其实行动纲领归行动纲领，课纲归课纲，两件事情完全没有衔接的可能。再来，可不可以在6个月内制作转型正义的课纲补充说明？因为目前在课纲的说明里面呢，只有谈到非常空泛的、广泛的人权概念，但是在人权教育当中的转型正义的部分却是大量的匮乏。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教育部可以把它列为教科书审定的必要参考，是必要。第三个就是6个月内请真正具有转型正义人权教育职能，而且熟悉课纲教跟教科书的专家来检核目前所有通用版本的教科书里面关于转型正义的相关内容，而且可以提出修正建议，让国教院跟教科书厂商可以作为参考。因为我觉得对于教科书厂商来说，他们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例如说要做到什么样的内容是学校老师可以接受的，如果部里面这边没有一个自己的说法跟态度，其实对于书商来说他能够简单就简单。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教育部可以针对书商办理增能研习，因为其实在教育行动纲领当中对于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我相信 部长应该还记得您有提到要对书商提供增能研习，但在其他的部分是没有的，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很可惜。最后我们希望在6个月内制定有效检核转型正义教育推动成效的指标，之前在总质的时候其实院长 也答应了关于相关的检核指标目前是没有的，那我们可不可以一并延续到这边来看转型正义教育推动成效的指标，而不是在只有一些举办研习的数字啦，相关这些看起来是只有量的内容，但是我们不知道学生们正在学习的状况跟相关成效，这个部分请部长。好，谢谢委员。因为我跟委员报告，人权教育其实是我们比较长时间的推动，那也确实之前我们纳入这个整个课纲的重大议题啦，那转型正义行动纲领的这一部分其实是在今年2月刚刚行政院才核定，那委员所提到的对于课纲的这个处理啊，因为课纲有一个也是法定的程序啦，没错，所以我们说的是课纲的补充说明。所以我建议，我跟委员报告，他应该不是用，因为课纲就是一个重大议题的人权教育里面非常重要。在我的书面报告也跟委员，我们也提出来，他因为我们已经正式法定啊，把转型正义也成为我们现在应该要去推行的。但是课纲里面呢、我想跟委员报告，它的结构我应该知道，它就是从领域加重大议题。这个部分我很清楚，但是我们提的是相关的补充说明。补充说明的部分，我想这个我们会全力以赴。好，如果是，但是因为委员提的课纲审议，那个是一个我们法定的程序啦。我们没有要动到课纲，对对对对，因为课纲的调整太困难。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也是教育部在努力的方向哦，因为我们也希望，因为刚才委员谈到，不管教师的增能或是教科书出版社编辑的增研习，对座谈了哈，这方面我觉得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基础来跟他们做对话。好，所以我们算是听到部长的承诺了，对吗？这个部分会协助书商。对，但不是课纲的编审，因为课纲不会有一个议题叫做转型正义课纲。没错、我们希望在整个人权教育的大框架下，把转型正义的部分，不管是从教科书端或是活动学校课程设计端我们都协助书商也好，协助老师也好，把这个部分确实的，不管是从课本这边或是活动这边。那最后一个就是有没有机会在6个月内制定有效检核转型正义推动的成效指标？喂，那个转型正义，如果以教育的部分呢，这个2月20刚核定，如果很短时间，我们就说是成效，我反而会比较务实的说。那我们先以指标来，例如说，我们先有一个指标的定。我觉得指标比较合理啦。对，我们要的是指标。因为2月20核定到现在才1个多月，马上去谈成效指标，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办法。但是
委员提醒，我觉得这是重要。对，就是我们现在相关指标人权教育过去是很普遍，而且也应该是逐步改善。那现在因为转型正义促进条例发行后，我们应该在人权教育里面特别对转型正义在教育这上面应该有所着力啦。好，我想程序这样的方式来做也比较合适。好，谢谢部长。好，那我时间有限，那这个部分就谢谢教育部。那下一题请文化部，谢谢。好，时间有限，但我一定还是要赶快讲。就是目前呢，这个舒适，谢谢文化部。目前舒适折扣站的事情，我相信文化部应该也很清楚哦。那据说在之前，前部长也有邀请相关的厂商有一些对话跟聊天哦。我们不要说是聊天，那我们要来看一下目前呢整个出版业的状况，就是大通路的下杀折扣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让出版社也好，创作端也好，或者是通路端，大家都共同在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再下杀折扣，到底相关的对话机制或是对于整个出版的文化产业的照顾到底会是什么？那目前大家希望可以看见的是，当然往法国去看，这个部分是美好的愿景，我相信部里面也同意这个美好的愿景，它完全的搬到台湾，其实我自己都认为是有困难的，以我过去的出版工作经验。可是如果我们不要想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亚马逊，他们自己其实是让自己有他们因为下杀折扣，然后自己吸收这个折扣。可是到后来，其实所有的商家跟读者都逐渐远离。我相信这个案例部里面应该也是熟悉的。那可是当我们要问，如果市场上只剩下大型的通路，其实对于读者、出版产业、书店跟整个文化出版市场都是百害而无一利。我相信这个论点部里面应该是同意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要针对大型通路。其实我们知道，文化部在相关的事情上也做了非常多的有利于这个整个产业，例如说免征营业税、推动实体书店发展补助啊、购书抵用券、文化礼金，我们也都看见了。那我们其实现在想要问，如果在这个后续这个大型通路不断下杀折扣的这个做法当中，其实因为大家都把很多的期待放在文化部身上，文化部是不是在近期之内有相关的规划，邀请例如说公平会、消基会、经济部，针对电商通路、针对书籍的末端的售价这件事情，跨部会的研议跟讨论，文化部目前有这个规划吗？我们现在在三条路线走了，第一个就是说针对实体的书店的部分，还有实体的出版业者这一部分的补助跟这个部分的活动的合作。那第二条路就是跟公平会相关的，就刚委员提示的，所以确实有在跟公平会讨论，还没有跟公平会讨论，但是我们期待可以看见他们可以跟公会提出突破这个公平所谓价格限制交易。那第三条当然是从国际的立法例来看，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把图书定价法纳入，但图书定价法的纳入当然又会是一个立法的过程，是大概这三条路线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好，所以目前我们可以期待之后会有更多跨部会的讨论。那我们办公室这边也会希望邀请文化部或者是相关行政机关就这个议题上来进行讨论。谢谢。好，谢谢文化部，谢谢，谢谢主席。次长请回哦。那谢谢陈培宇委员，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之处？没有哦，议事录确定。再来，我们请张廖万坚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那个部长。好，请潘部长。好，潘部长，好。委员好，部长好。我想今天谈这个题目，当然主要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课程啊，然后让学生能够了解转型正义啊。那其实，在校园里面的转型正义，除了移除威权的象征之外，最重要的是人权教育。是，部长应该认同哦。是，好。那人权教育是在帮助了解人之所以为人，是包括尊重、包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样观念的一个教导哦。那其实我们在立法院也不断的修正哦，这六七年来哦，我们修正促进校园民主化、去威权化，然后让学生可以参与哦。可是部长，你知道，在一个月前，就在台中的公立高中，有一位高中生、高二生，在开学的下学期的第二天，他自杀了。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曾经在媒体啊几秒钟闪过去，我看了一下，我想是不是我的母校，后来不是，后来看到里面报道说可能是家庭因素哦、背景等等，哦，可是后来我昨天那个家长来找我哦，前一阵子家长来找我跟我澄清，他说他发现他太相信学校了，这个孩子呢就是在学校毫无人权观念的一个管教方式下，让他走上绝路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公立高中，公立高中对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曾经在国小三年级没有任何补习的时候，他是被鉴定为资优生。
国三的时候，他甚至还参加科展，拿到县长褒扬的奖状，还有部长您给他的奖状。109年，民国109年。那么一升上公立的高中，也是一个不错的学校，哎，整个变了。他说他经常被收身了，他不分青红皂白的，只要学校发生一些状况呢，就要求他去写自述书，是他是不是带头者，是不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起哄者，他是不是幕后指使者？然后呢，经常要校园的广播或者是无声的那个跑马灯去传唤他，让全校知道他是被重点管理。重点盯住的学生，然后呢，甚至主任教官说他是垃圾，社会败类，要同学不要继续跟他在一起。最后呢，透过奖惩，密集的奖惩，光高二上学期四五个月的期间，记了4次小过，都小过，14次警告，然后呢，甚至跟他讲说，叫他要签休学或转学申请书，或者是不违反校规的切结书，甚至辅导室的老师。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这个孩子本来很好，那国三的时候因为父母离异，他其实已经有一点行为稍微偏差，应该要好好的辅导，他是可以辅导回来的，但他希望这个学校的学务处这边不要用这种方式，结果呢没有用。他后来呢更严重的是到12月的时候，他的班级他的这个有一个2年9班，他掉了500块，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断的被学校逼迫要他承认。否则的话，就威胁他要上少年法庭等等。好，就这样短短的几个月，这个孩子甚至在最后学期的最后一个月，1月，今年1月的时候，上课只有14天了。我算过1月就14天，他被记了9个警告，2个小过，都是这种。部长，你听我这样陈述，你觉得这个是民国几年的公立高中？是，谢谢委员哦。这个原来这个案子。一开始以为是孩子自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好几次都要探讨如何防治青少年自杀。尤其这几年哈，我想这个一个年轻生命哈这样的消逝哈，我觉得是让人家非常难过。我昨天在人本教育基金，而且昨天委员还有我们我是真的红谈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也详细看相关的细节了哈。这包含刚才委员口头说明的哈，谢谢委员的关。我们在讲转型正义，在转人权教育，结果这个学校做了最负面的示范。那我好，部长，你回答我之前，我相信你绝对也很痛心了哈。我想现在教官转为这个校安人员，那我想这种不适任的老师还有处理机制啊，那是这种还在用那种威权体制的方式讲，这个是社会败类，不要跟他在一起，孤立他，让他最后走上开学不想去学校，后来走上绝路。我请教一下，这个不适任的教官怎么太处？委员之前也是我们大院，尤其叫文会委员哈，针对就是刚才委员一开始讲到的，我们对于学生人权的保障啊，其实我们好多个法的修法都是在这个阶段啊完成，包括委员也充分的参与哈。对，教师法当时为了不适任教育人员，包含学生的甚至住宿，还有我们对于辅导管教、霸凌等的议题啊，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深化。在这上面呢、啊，能够有一个好的维护学生受教权益的这样措施啦。对。那对于有个别的这些相关人员，当然这个事件我们需要非常严正的去做调查哈。而且如委员这样第一时间所接触到的，跟一开始以为是学生因为情绪啊，因为什么问题，我想这个事情不能说涉及到直接，好，我们就组了专案小组，现在就到台中市了。我问一个问题、啊，是学生霸凌学生。他有一个通报时限，对不对？要求24小时，对不对？对、啊，就是以通报的时限。那老师如果霸凌学生，如何判定？如何通报？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透过合法的制度的管道在霸凌学生嘛。这个学生，我是坦白讲哦，了不起，就学校里面喝个啤酒，当然不应该了。我不是说这样子哦，但是那个时候叛逆期啊，坦白讲、啊，我曾经也喝过了。高中我们那时候好奇嘛，抽烟我也坦白讲，我也去。偷抽过了，我也是念名校，坦白讲，可是我也不觉得我当时如果被这个教官跟老师这样逼，我搞不好今天也不是站在这里。就这个那个我那个年代是30几年前，现在是已经在讲转型正义，若是校园的人权教育，怎么还会有学校在？甚至那个我讲那个辅导老师哦，那个辅导老师有意见的时候，去跟这个。学务处跟教官反映的时候，没有办法调处，校长出来调处，校长也
好好听他们 就不管了。到那个学生二月十八号自杀之后，那个人本教育基金会的网站、教育局的网站，甚至我们个人的网站被留言说，这个学务主任是在学校当警察局长还是主任？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我们在谈这个转型正义，在学校落实人权教育，我是真的觉得很痛心啊。我昨天开记者会，我可不讲了、啊。可是我觉得我不得不来这边讲，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部长是跟委员报告哈，我想整体教育部包含我们立院委员大家共同的努力，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而且也确实有很明确。那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个案就是严正查办，委员我就觉得这样子哈，在不管像老师如果霸凌学生查证属实哦，因为这个所需要当然直接主管的地方政府主管教育局，我也请彭署长这边今天也就直接。跟会同啊，教育局对这个事情啊，要做成专案的调查了解哈、哦，绝对勿忘勿重。如果查证属实，相关人员有违反我们目前很多的规范是明确的啦，哦，所以我想对个案就是严正查明，严正的处置哦。对于我们要往学校学生受教权益的保障上，我想这一路是大家一起的努力，那也更可以彰显出有一些我们需要再增强更多的专业的职能，嘿。我真的是要跟部长提醒哦，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我觉得移除同乡那种象征都很容易，怎么样落实？我们那时候讲转型正义，说我们要去除人人心中的警种。他说年轻人还比较有民主观念，可是如果说年轻人有民主观念，教导他的师长还是威权想法，然后在校园里面冲突会不断啊。这个校长他其实是从特殊学校来的，他在遴选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投票是一面倒反对的，结果他2018年。还是当了校长。2022年，经过了4年，好、哦，遴选制度里面，老师还是2/3都反对啊，只有27个同意啊。为什么他还能够当？然后发生了这个事情，本来是有救的，结果辅导主任跟这个学务主任跟教官他们在沟通的时候，这边占上风啊，他完全没有辅导系统失灵了，以至于丧失这个机会。这个孩子孤立无援嘛，他跟爸爸反映，跟妈妈反映，他们都以为是孩子因为。父母感情因素，所以在学校里面有一些行为偏差，所以希望学校教导他，这个也没有错。可是学校是用这种方式啊，我们在讲辅导老师，要再讲那个辅导制度，我真的希望部长不要把这个案子当成个案而已啊。我当然知道这是个案，但是我们从我们之前的专案质询，有很多青少年为什么会自杀，为什么自杀的，除了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学生霸凌。那这个是整我们制度的霸凌、啊、这个不用检讨吗，部长？是跟委员报告哈，我想，我觉得这个哈、欸，这个在讲转型正义，讲、欸、人权教育，要把它纳入个案，个案还是个案呢、啊？哈，我们也不以说因为少数的人就否定所有其他的人。当然，所以我说对个案一定严查严办，这才是能够以证。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往这个方向走了这么长的路，公立高中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学生受教权益在学校里头，其实这些年从学生参与啦，还有学生万一有一些申诉啊，这些我们都从那个细节一一的去做了更多的盘整。我觉得在落实面，如果有学校跟不上，我想包含这个是台中市政府督管的学校，教育部也一定要来做司法性的督导。本来这个学校是国立的啦，但是后来因为台中市升格之后变私立了。他目前是私立学校了，没有关系。我真的希望部长啊，就这个不适任的部分的处理的机制，包括我们在讲说，学生霸凌学生24小时通报。那如果学生发生这个事情，而且那个学生已经自杀、只要是霸凌事件，不管师对生或生，都是24小时。他启动，我主席不好意思，我问一下，他启动开始调查，他们学校也在做那个校事会的调查，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限要求？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要求？会不会一直无限调查上去？1年2年过了，拖过去就算了。那个详细上次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可能对这里比较没有，对一个事件通报是要及时啦。哦，那处理的案情状况不一，我们好像也不没有。这虽然是个案，但是是凸显很严重的校园里面的一个另外一个机制失灵、辅导机制失灵的问题，所以我会继续去追查。委员这部分时效性一定要有。如果你要以拖代变，坦白讲，这个我无法接受，好不好？好、哦。那我可能就陪那个孩子到监察院去，家长去检查。我觉得这个不好好调查，可以调查不调查，或者可以调查故意拖，然后私私相互还是发生这种状况，我会无法接受了，好不好？我们常常就讲啊，这个老师可能这样子，他就失去一个家庭，他可能不适任被淘汰了。那这个孩子呢，还有更多被他管教的孩子呢，家长呢，这些家庭呢，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严正的态度，而且要积极处理，好不好？是，谢谢委员。我想当时面对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共同为什么要修教师法对不适任人员的处理，那就是我们的态度了。这个委员也知道，但是对一个已经有规范也有程序应该去处理而不遵循的，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就严办。像校安人员这个也是一样，好不好？不适任教官的校安人员，陶先生，你把这个你如何处理这个案件哦？那我们部里面在发生事情之后，这一个月有没有收到通报？当时通报一开始是有没有？有通报，但是就是学生自杀的通报了，对吗？对他自己的行为，没有人可以监督嘛，没有人可以知道嘛。是啊，是啊。到外面舆论开始有压力的时候才开始嘛，对不对？就说学生有意外，确实有通报。那但是意外的原因，当时的原因是，就是大家所说尽速调查，好不好？后面公布真相，有这些现象，当然就是要彻底的调查。转型正义也是要公布真相啊！我希望这个调查出来公布真相，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那个部长请回哈。那这真的是很严重的案子，那请后续就是公布真相哈。好，谢谢张廖万坚委员哈。那再我们请陈秀宝委员质询。谢谢主席，请潘部长。委员好。部长早。那针对呼应刚才张廖万坚委员所质询的这个所表达沉痛的表达哈，其实针对转型正义这个议题，我们一直都在做努力，我们也在教育我们的孩子要尊重人权，但同时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面的同理心却做的都不到位，致使今天有这样的遗憾发生。这个孩子是我们彰化的孩子，所以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面也非常的难过。那刚才万坚委员已经跟部长您这边也讨论了很多哈，希望说教育部这边能够更严谨的来落实。那对于刚刚部长您也承诺，对于没有跟上的学校，对做得不够好的学校，希望你们要严加督促。而且这个事件呢，你们事后你对针对这个事件你们所做的检讨，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给一份报告给我的办公室，让我们了解说发生了这样子的遗憾的事件之后，教育部到底你们做了怎样改善的方案，而且真的要预防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好，那接下来呢？请教部长，部长您本身有你自己的宗教信仰吧？您自己的宗教信仰哈，好，所谓的信仰呢，应该是给我们力量跟正向的信念，也让我们有个心理的戒位。那如果说信仰变掉了，而且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孩子，那部长您会觉得担心吗？当然会。是哈，这阵子呢，某影音平台上的纪录片上映，那就在讨论某些人利用信仰，透过传教来做一些犯法的事情。那这个社里教呢，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就有周刊来踢爆哦。但随着现在纪录片来上映，越来越多的学生在 D-Hub 平台分享自己的经历，那本席看了觉得非常的忧心，真的非常的担心哦。要怎么来面对宗教，认识宗教，怎么又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尤其是以学生分享的这个内容来看，教会已经可以说是用渗透这样子的严重性哦，它已经渗透到各大校园。那这样子的状况，教育部这边应该要审慎的面对。信仰没有错，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正向的、正确的信仰。但是如果教育这些孩子可以合理的分辨信仰，也非常的重要。尤其说这一些哈，他们利用宗教做教义比较模糊，然后学生对这些教义很懵懂，那也营造出良好的气氛，比较良善的这些教友，然后有时候孩子像有时候他遇到挫折、遇到伤痛，刚好被他们抓住，这样以同理来切入，就很容易去让孩子们无法分辨，说在这里面我得到的是友谊，我得到的是关心，还是说我在宗教上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部分，部长您怎么看？跟委员报告哈，那个就宗教的信仰，那是个别的个人哈。那作为教育机关或学校机关本身在这方面呢，他是不能去用特定的方向去要求。我们该教育我们的孩子，如果去分辨说在这个宗教的这个传教啦这个过程，我们如果去分辨说有个尺度在，范围在，怎样的情况下要保护自己，或者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避免被这样的人影响，我们该教育的是这一块。宗教信仰是正向的，本席刚才也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正向的宗教信仰来作为我们的信念，但是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果说有这样子不正确的方式在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这是我们教育部该去思考的。是。好，所以
针对这个部分，教育部是不是你们也研拟一下说，这个部分如何来协助孩子们正确的认识宗教，面对宗教，然后来分辨说怎样的范畴它是个合理的范围，怎样的范畴之外我们应该来退出来保护自己，这个部分其实是不是教育部你们也来研拟一个方向？委员，这个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我现在说信仰本身是个别的哦。教育部可能会处理，会要提醒学校的是，看比如委员你说特别提举例这样的例子了哈。当如果有一些已经很负面在影响学生的这部分，我们应该要是特别去提醒学校在这方面要去特别的留意了。那这样子啦，那部长您针对这个部分，刚才本席所提的这个部分呢，你们也研拟大概说有怎样的方向可以来辅导这些学生来教育这些孩子？那你。你拟一个这样的方式给我，我们再来讨论说怎么样在校园里面来切入。好，谢谢部长。那接下来我要请文化部次长。请次长。好，次长。这次呢韩团来台湾的这个演唱会非常非常的轰动，那相对的黄牛票也非常的猖獗哦。黄牛票的票价最高竟然是原票价的10倍，那部长这边也说了要祭出重罚，这个方向本席是认同的，因为本席也提了法案要来详来修正对于黄牛票这个部分的规范呢、哦。因为黄牛票这样的行为本来就是不应该的，但本席这边要提醒的是说不仅仅是重罚，文化部这边是不是可以跟业界讨论来建立一个合理合法的交换平台，这个部分之前部长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文化部跟各界沟通的进度是如何？我们其实的确都有在跟业者平台来谈，然后其实有些业者也做了筹备，那不过现在就是面临到两关，一个就是在售票的部分，他可以建售票平台，可是因为他需要活动端，就是举办活动的这个 promoter 他们来做认证，所以在这个接轨上其实还有一些需要做处理的，所以我们现在部分还在推进当中。业者可以什么时候成立这个二手交换的平台，还是要透过跟他们的协商才有可能。市长这边本席要跟你们提醒，就是说其实现在在很多社群上他们也有换票转让的这个平台，但这样的平台是不是安全其实民众也不知道，那本席相信说是真的有很多民众是很不容易抢到了非常难买的票，但是他临时有事情，他真的让这个票就这样白白浪费掉是可惜了，他可以把这个票转换给那有需要的民众，也同样的想要去观赏这样表演的民众，所以建立这个平台是非常是必须的。那这个换票平台未来其实不只是演唱会，我们很多艺文活动的票，还有说是体育赛事，其实都可以用到这个平台。我相信说这个平台对许多有参与经常去参加演出去观看演出或去参加一些义务活动的民众，他们都觉得这样的平台对他们会是有帮助的。那我会希望说，本席希望说这是公部门来做，如果以公部门来做，让民众可以信任，也可以避免说到假的这种平台上变成说被调个资，或者是说会有诈骗的疑虑，所以公部门来做这个平台，次长您觉得可以规划吗？跟委员报告，因为这部分还是牵涉到比较多的商业行为，可能公部门直接来做是有困难的，因为不管是售票端或者是活动端，大概要跟公部门接轨，然后要把利润的部分算清楚，那公部门到底在经营这件事是不是可盈利或不可盈利，营运的费用是用公部门的预算来做，还是可以从售出的预算售出的商业的票价里面来补偿，这恐怕会有一段比较会反而比较花时间啦。那尤其现在台湾是有退票机制，所以如果民众买到而他不能去，他其实是可以透过退票机制，如果他不想要透过这个获利的话，那现在问题是出在说，如果你有票，但是你想要获得暴利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出现所谓消保法的这个争议的部分。这就是我们要遏制的部分、啊。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对于文化部来说，我们比较重要的仍然是协助这个售票平台跟活动平台可以对接起来，然后愿意把这个共同的这个二手票的市场建立起来，可能才是现在比较。那我们可以先做这一块，那也希望说我们尽快的跟业者，好，跟我们所有的演出单位来做这个协调跟沟通，尽快的把这个平台可以建制起来。对，我们会继续努力，让整个黄牛票的这个猖獗的状况呢，可以不要再让民众非常非常的困扰哦。好，那接下来呢，本席这边跟您讨论有关于 AI 创作的议题。那昨天的新闻有报道说，金曲歌后陈珊妮呢，她有制作
单曲让 AI 歌手去诠释，那结果很多人分不出来是真人唱的还是 AI 歌手唱的。那司长，我请教您哦 ，AI 创作是歌曲创作的一环吗？它是创作的一环，但它是不是可以认定为，就是我们在传统定义上人为的，就是我们真人自然人所创作的？那如果这首 AI 歌手演唱的歌曲来参加金曲奖，会引发争议吗？您觉得？会。会哈，本席之前也有针对 AI 作图、AI 绘图的这个部分来询问过我们文化部。那本席希望说，文化部这边可以跟业者甚至创作者之间，你们来沟通讨论，试图的来定义，就是说 AI 创作的范畴也要订定相关的规范。我不是反对 AI 创作，但是有多少 AI 的成分，或者说甚至说，当 AI 不再只是为歌声来做润饰、做修饰，以 AI 歌手来唱演唱全曲，那他们细腻的这种歌声的表达，甚至可以把一些技巧表达到你听不出来是真人还是 AI 歌手。那这样子，这个争议我们如何去厘清哦？本席希望说，文化部这边应该要尽快的去思考这个方向，如何定定范畴，然后我们如何去规范它。对，这个我想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巨大的冲击啦，恐怕不只是文化部受到冲击而已，我们对于人类的智能的界限，以及到底怎么样去定义自然人跟非自然人的创作的作品怎么认定，那包括我们要奖励的是谁。那文化部这边现在已经有一个概念了吗？大概怎么去制定要规范吗？跟所有人一样都在 AI 的震撼中往前进摸索，所以还不知道，只是在震撼中，在思考中，但没有答案，还在思考中。那有要跟我们这些创作者跟我们业者来开始做讨论的吗？我想最重要的恐怕是要知道 AI 的进程，因为 AI 的进程现在远超过大家的想象。我们本来在过去 AI 判断是三年之内才会达到 AI 一直在进步，你不能一直在等，没错。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预期到底 AI 的终点会在哪里，很有可能未来的这些无法预期，不能都不做啊，还是要试着去讨论它。所以现在继续在思考当中，但是也必须跟委员说，其实在全世界人类恐怕都还没有这个答案可以面对到底怎么分辨 AI 智能跟人类智能，因为 AI 基本上是人类智能的总称。所以我们定一个范围，我们要定一个规范，我们既然我们无法分辨，就要用我们定的规范去规范它。我们继续认真思考了，因为那个规范的界限在哪里，仍然是现在最重要的议题。次长，思考不能思考太久，该做的事还是要做。那比如说，如果我们来创，我们来设一个增设一个最佳 AI 歌曲创作的奖项，有可能吗？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判定谁是最佳的 AI 的创作得奖人？因为 AI 如果是人类集体智能，那判断人类集体智能创作是谁是最优的，又显然是另外一个人类集体智能，所以那个评审会出现，它可能不是自然人的问题，所以这个一层又一层的人类智能的冲击，我觉得才是我们一直在摸索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所以次长，本席这边还是要请您不要再思考了，尽快的来演你，谢谢。谢谢委员，谢谢。次长请回哦，谢谢陈秀宝委员。那再来，我们请万美玲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有请潘文忠部长。好，请潘部长。好。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想今天呢，我们要跟你讨论的哦，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哦。那我们在谈人权，在校园内啊，我想这个霸凌的问题其实非常的严重哦。那我不知道你听到我说非常严重，你是觉得这个量很大，有很多吗？是从量这件事情来看这件事情，还是只要我们有一起，我们都觉得它是严重的啊？那最近啊，过年到现在，本席一直在追剧啊，追一出剧，那出剧就叫做《黑暗荣耀》，不晓得部长有没有看？没有。这一出剧哦，不是拍得好而已，而是它的这个题材非常发人深省。看过这出剧的人，其实心里都觉得真的非常压力非常大，非常沉痛哦。那当然我们不希望那么严重的霸凌的事件在台湾发生，但事实上哦，霸凌从所谓的轻度到非常严重，重失去宝贵生命的都有。那我们不能讲说有那种比较轻的，你知道任何一个霸凌事件其实对孩子造成的阴影，然后每一个孩子所承受的能力的不同，可能都是他这一生当中非常不能磨灭的一个伤痕啊。所以呢，我们来看哦，我们现在哦，第一个把儿童当作人权保障对象的就是这个儿童权利公约哦。那我们这几年顺应这个世界潮流，我想在这个儿童权利公约，我们也把它纳入了，不管是课纲啦、施政啦等等啦
这一点我想非常值得赞许，我们一直在进步中，但是我们具体落实的一个状况哦，我想并没有这么好，当然有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问题哦。那就连我们国际审查会议的专家的结论都认为哦，他在这个结论当中哦，我想不知道部长有没有看到，就这次我们儿童权利公约在第二次的国家的报告审查结论意见当中七十几点，当中的第56点还提到说，我们的儿少仍然在持续的回报报告他们在校园不管是在课中课后的活动，那遭受了身体情绪及心理的虐待，也包括言语的虐待，所以这些问题都一直都在哦。所以部长，我想这份公约哦，这份这个国际审查结论性的这个意见呢，我想每一点呢，整个教育部大家都要去看，然后去思索说这些意见里面哪一些是属于我自己责任范围之内，我应该怎么去做哦。所以部长有看过国际审查会议的这些意见吗？啊，我有看。你看过以后，你觉得正确吗？因为确实还有很多可以再持续努力的部分。很好，所以呢，因为我也知道嘛，我们把国际公约其实一直在转化。所以我想，部长，我具体的要求啦，是我具体要求部里面每一个人其实都要去看一下这份意见，看一看自己的所执掌的范围内，我们应该还要再多做一点什么哦。那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据哦。从数据上看哦，这是教育部所提供的数据，也就是110年到111年，我们师对生的霸凌案件数。好，那这个数据在上面你有看到，那个110年大概有8起，110年21起，这是教育部提供的资料哦。那其实霸凌其实就视同为校园的暴力了哦，不管你分为肢体反击、言语关系、网络等等哦，这些都是霸凌的一种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下一页哦。在109年到111年，生对生，也就是同学之间的霸凌案件数，从109年的234件啊，然后110年241件，111年201件。部长看到这样的数字啊，您有什么感觉？我跟委员报告哦，因为这个校园内的这一些，不管生对生、师对生或其他人员对生，为什么一直是我们一努力的？包含我觉得我们都是鼓励通报，因为很多孩子可能在受到霸凌的过程隐忍或怎么样哦，所以我也知道我们把一个专线也改变，就是让学生不一定只是透过学校通报，事实上学生也可以透过我们，那是24小时由我们校安中心会去接听的，原因也就是希望在任何角落，可能也许他这个通报后我们有待再厘清，但是至少要让这个讯息是可以出来的。部长，您说的说法是说我们还要增加了专线哦，我实在要讲哦，每一次我们遇到这些事情说啊，我们又设了一个专线，你知道专线之多啊，地方县市首长也有专线啊，教育部动不动也做专线，各单位都在做专线，你真的觉得专线就是一个救命的线吗？我要必须告诉你说，事实上我们是不断在往前，我们的专线呢效果并不好，而且我可以跟你讲，在霸凌的案件上面效果是很差的，是很差的。你想哦，不管我们刚刚看到师对生或现在看到的生对生哦，这个数字啊，教育部提供的，我看到以后就直摇头啊。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问办公室说，这个数字确实教育部提供吗？真的，这个数字看到已经令人忧心了。但是更令本席忧心的是，很多的黑数，这个黑数绝对是这个数字的非常多倍啊。我已经看到这是通报后查证属实的这个数字啊。部长，这个当然是通报后查证属实才会列在这上面。部长，我把事情跟您讲完啊，因为这个是你们教育部的一个盲点，不是，这是一个盲点。这个数字的通报数是这个的达到它的8倍之多，也表示说为什么我们鼓励通报就不希望孩子隐忍。好，来部长，那我们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8倍之多，第一个我也要告诉您，不会是只有8倍，我们都是在地方上哦，那教育局或者相关的学校我们都很了解，其实哦，绝对不会只有8倍，绝对不是只有8倍，有许多孩子那个隐忍的或者是没有被处理的那是之多的。好，那您刚刚又说了通报是8倍之多，那我们认为是尘埃的只有这些，通报不是只有专线了，学校就负有通报责任，为哪我们一起都审过，当然嘛，当然嘛，我们一起都审过这些霸凌事件那个 SOP 的细节到，部长，当然，如果学校该通报一时没通报，那是有处分的规范。部长，今天没有在跟你谈什么该通报不通报，今天在跟你谈是我们到底掌握度到哪里？我觉得通报是第一个要处理的，通报
当然要通报，减少可是部长，我必须要跟您讲哦，这分几个层面看嘛。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有这个案件，我们通报当然要确实嘛。通报完以后下去处理以后，我们有没有更严谨对待嘛？但今天更重要，本席要告诉你说，我们有黑数。什么叫黑数？不是说我们暗扛不通报，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孩子他可能有霸凌的事件，他不敢通报，原因是什么？不敢通报的孩子其实一定非常的多。第一个，搞不好他不认为这个我忍一忍就好了，我不觉得这达到霸凌的程度。第二个，我认为通报了也没有用。第三个，我可能要顾及同侪、顾及老师，那我觉得算了，我不要通报等等啊。所以部长，这个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已，这不是开一两条专线电信那个中华电信付费就算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议题。我原本后面还有几个议题，其实要今天要跟文化部跟教育部都要讨论，但在这个议题上面呢，我花这么多时间跟你讨论了，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事件的严重性。我们轻则一句话对一个孩子影响一生的这个阴影，这个黑暗没有办法抹去哦。你不管是被霸凌者，那之严重的伤痛，不然你要知道霸凌者、霸凌的人，包括孩子，他今天产生了霸凌的行为，他有很多要辅导的层面。那这个霸凌者他在长大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人格的扭曲，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反向的这个社会人格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教育上面要看到的现场哦。所以今天哦，很遗憾，您一直在跟我讨论说我们有通报啊，我们有确实通报啊，从数字出发，所以我当然要告诉你，我今天呢从数字，我们在处理的机制，所以我今天跟您也是从数字出发。学生辅导法有给那么多的辅导教师，你还要这样在这里争这个数字，没有太大的意义哦。你应该是要这样去谈哦，部长，我觉得你静静的非常都在第一线辅导的人员受到冤枉。所以我觉得有霸凌，学校也有处理的机制。部长，不要去抹黑，不要去歪曲别人的意思哦。不是的，没有从东讲到西，我觉得你不要跟委员说明正确的。那个、主席，我想我们有几千位的辅导老师在处理事情，请你制止一下。我们认为有处理不好的，我们要加两位那个主席，请你制止一下部长。好，主席，我想我有话要讲哦。那个委员，今天如果说委员在台上质询，第一个。您一直抢话讲，没有张开耳朵，您永远不会进步。第二个，永远不会知道问题的真实点，我们要谈的是什么。而且您刚才是有抹黑跟误解，这代表您在背后没有讲清楚，我是帮你澄清啊。所以呢，我跟你讲的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在谈的是大家都会通报，今天没有一个学校，没有一个老师，他会把霸凌的案件暗扛起来，绝对没有。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霸凌的案子是在没有通报之后，甚至憾事产生了之后我们才发现。所以今天要注意的是这个。所以部长，我们有做很多事情，但不要觉得说，哎，我们做了这么多，然后有人把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生气，不是这样子的。生气，我们要去面对问题。我只是要让委员横平的说，我们非常个案，比如台中这个个案，我们教育部当然就会严正去查处啊。没有，我必须要告诉你哦，通报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接到案子以后会把这个案子压下来，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讲，你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更严谨，有没有更宽广去看这件事情？然后还有，我所谓的黑数，不是你个人刚才没有注意听我们质询所谈的那个黑数。我们在提的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他不知道这样子已经是算霸凌，他不知道要求援。所以部长，这个问题真的带回去啊，顺便把我们这个国际审查的这个结果一点一点一滴去看。当你用心一点的时候，我们霸凌案件会少一点。不管对于被霸凌者，不管对于霸凌者，我们的辅导机制还要下去。最后，我想我们一直在提说要研拟教育部推动国际人权公约的实践方案，本席今天在这里要要求，在教育部在研拟这个实践方案的时候，要把这个校园霸凌这件事情啊分得更细，面向更深，纳入这个实践方案里面，把具体的办法，那过去没有做好的地方，然后全部把它纳进来，然后把办法具体化，可以做到吗？这部分我想我们会接受多元的意见，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学校不是只有通报责任，学校还有辅导协助的责任，这是所有教育人员的。所以我要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这样说哦。至于说有学校处理不当啊，比如像今天张耀万监委员在讲台中市的，地方政府教育局、教育部都不会轻忽这件事情，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啦。因为委员，你刚才一直在说通报，部长，我要跟您讲啦，今天好案件出来以后啊，我们都不会轻忽，他都不用去处理后面的事。那当然，那当然，这个部长不用您提，你要相信你的老师跟你的学校啊。如果一个案件出来的话，我一直都相信。一个案件如果出来的话，没有人会去轻忽这件事。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说，我们在霸凌事件当中，我们怎么去教育这些孩子，怎么去教育这些老师？当我们面临觉得自己不舒服
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什么管道去？我们要鼓励大家，如果今天有不舒服，我们觉得有被霸凌的时候，这才是重要的。今天本席说的黑数是在这里，所以不要曲解，而是要去面对问题，认真解决，好吗？委员，你刚才说通报这个是什么？我是要跟你澄清，如果连通报都没有，你根本不知道案情发生在哪里，我才会跟你说。我也把数字跟你澄清的意思是，通报数是远远比过查证后的状态的八倍之多。原因也就是说，但我也相信还有一些如委员所说的，有些孩子他不知道，或是他真的忍着不敢讲，这一些啊，我都会觉得为什么每次一开学一定要去推动友善校园周，就是不断的在宣导这件事情。好，那个谢谢两位哦，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好不好？ 好，谢谢委员。那后续需要的话，再跟那个委员说明哦。啊，谢谢潘部长请回，谢谢那个万美玲委员。再来，我们请林一金委员质询。待会郑正乾委员质询完，我们休息哈。哦，对不起，郑丽文委员质询完，我们休息五分钟。好，谢谢主席。先有请王十四部次长，有请次长。哦，次长好。委员好。上周本席在院会总质询的时候，就有提到中正纪念堂转型正义的问题。那本席那个时候有认为，中正纪念堂的三军一队的撤除是最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既不牵涉到文资，也象征着军队的效忠，不是特定个人。那在总质询中，陈建仁院长跟史哲部长都有提到说，去个人化跟去威权化是朝野的共识。那本席在这里想要询问次长，就因为本席有拿到说，当初2009年派驻三军一队的公文上，还有提到说，中正纪念堂的三军一队是因为观光性才持续派驻在中正纪念堂。那本席就要进一步询问，中正纪念堂的三军一队移至升降旗台前的广场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行？我们至少先把去个人化这件事情做到，让三军一队的表演它是效忠国家，而且这种一队的观光性并没有消除，移到广场还会吸引更多的游客这个驻足观赏，那观光效应反而会更大。所以次长，就三军一队移到升降旗台这件事情做得到吗？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件事情大概跟国防部大概有协调一段时间，那主要卡在两个主要的观念上。第一个就是刚委员您也提到，就是当时为什么有军一队的这个演出，那在现在国防部的观念是，那不是个演出，也不可以为了观光，他们认为那是因为基于保卫国家元首的需求，所以那个观念跟我们有点，跟当初啦我们在公文上看到所谓的观光其实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件事。那如果他不是为了他不是表演，而是一个国防的国安的需求的时候，就会出现把它移到旗座的位置，他们认为那就会变成纯表演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需要沟通的。那第二个是说，因为现在的军营队的演出除了在中正纪念堂之外，还有国父纪念馆、大溪慈湖，还有一个是忠烈祠，那所以国防部认为这四个地方都有军营，那是不是要同进退如果都一撤就都撤？那文化部就在这一点上也觉得说，如果至少就文化部所主管啦，国父纪念馆跟中正纪念堂如果没有军营队，我们认为其实是合宜的，就是没有问题，是因为它已经是转型成一个比较是艺文的空间了。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在跟国防部的协调上目前还没有得到共识。那再请部里头好好跟国防部，是我们非常希望就是可以达到这个，因为其实主管单位是文化部，所以我觉得因为之前的观光其实也不是我们写的啦，就是说那个说是为了观光需求，其实不是文化部提出来的。那个时候好像是教育部，对，那是之前，对，对，之前在教育部还在管辖的时候，是是。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尽速处理，因为这个是最容易的。因为我们今年也要推动组织法的修法，所以会在这个前提之下共同来做协商。对，因为如果组织法定位改变，我想会比较有助于这件事情的改变。好，好，好，谢谢。那次长先请回，有请那个潘部长。好，谢谢次长，有请潘部长。委员好。潘部长，再来要跟您提到这个校园内就是威权象征去除这个课题哦。那当然讨论这个
课题，当然可能会有人就认为说，是政治介入校园。可是我必须说，事实恰恰相反。蒋介石的塑像撤离校园，恰恰是让学校回归自主，让政治退出校园。那我想，我也肯定行政院颁布的这个纲领中，他提及转型正义教育的目标，要包含能体认国家体制运作必须符合尊重跟包容。那因为这跟本席要提的这个大专院校的转型正义息息相关哦，特别是拆除这个威权的铜像，就是让威权离开校园，并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在校所有的人知道转型正义的目的。那我想处长会在任务总结报告第二节，他明确的指出，去除威权象征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确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秩序；第二个，否定威权统治的正当性；第三个，汲取侵害人权事件的历史教训。这三点非常重要，但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在校园中还是随时看得到两蒋的铜像。那这样转型正义到底在哪里？那从处长会的任务总结报告中，我们可以知道说，目前台湾所存的这个威权象征高度集中在学校里面。那这个现象符合当初威权统治时期，他透过政府机关，特别是学校的塑造这个威权统治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那可是进一步我们来看哦，坐在校园的这个两蒋的铜像，目前哦校园的塑像里面共有530座，占全国现存总数863座的61.4%哦，其中小学的校园居多哦，共计244座，所以其实有占逼近全国这个塑像总数的30%。那我们会发现，国中小的部分反而移除的会比较快速，可是，在大专院校里面却是困难重重。正因为教育部跟各大专院校一直以大学自治为挡箭牌，就是很消极的在处理这个转型正义的问题。那我们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见，教育部在2017的时候，我们有发文函请学校可成立同向处理委员会，那至今也是6年了。那大专院校里面真正被移除的这些威权象征可说是少之又少，那又有多少是成立同向处理委员会来处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专院校里面大部分是由学生自主提出要移出同向的行动，可是当学生提出这样子的行动的时候，校方却是很消极的面对。那我想来跟大家看看哦，大专院校现在面临的困境。比如说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讨论了3-4年，他只有把铜像从图书馆移到了行政大楼。那我们再来看，像政大，2016年哦，由学生代表在校会有提出说要移除这个校园内的两尊蒋介石的这个铜像的案子，我们就形成了铜像处理委员会，那并办公听会有3场，也办理投票。那大概经过了1年的时间，有好几次在校会议中都被反正就是被拖延哦。可是到2017年的第197次的校会议中才通过移除图书馆内的铜像。那这个铜像目前是放在蒋宋美龄所办的什么华兴育幼院里面，这已经算是成功的案例哦。可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政大事实上它还有2尊。蒋介石的铜像，一尊是本来在图书馆内，现在被移除，另外一尊在后山哦，在后山里面，就是俗称骑着马的蒋介石。那我想校方因为觉得麻烦，所以他在会议中又强行做了一个附带决议，就是校务会议日后不得再讨论拆迁铜像案。我想请问部长，这是大学自治还是在敷衍了事？部长是谢谢委员哦，因为这个确实在这几年。我们一直说了，转型正义的教育，其实它是一个还蛮重视重要的过程哈。为什么当时会请，尤其在大学啦哈，因为大学本来就有自治的这个啊，也是实施民主教育一个非常好的历程啦，所以当时会去有成立同向这个处理委员会，也就是说，它会不是说啊一个造成啊直接就是冲突的问题啦哈，因为但是我也跟委员报告哈，确实也。越来也越多的学校，在我看到那个数据的改变，还是一直有在往这个方向在做哦，在走，只是它的速度啊，就像有些学校它可能会来回
做讨论了哈。但是我也跟委员报告，确实如果我们从一些学校在处理的过程，也因为大家更善用了这样的一个象征权威的这样的一个雕像或铜像也好，确实反而让更多更多的学生去知道这个整个从威权统治造成对人权对什么什么的议题，那变成才是真正做教育了。是、哦，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想委员也知道，目前我们部会的分工，内政部这边会以这个为他们主要来处理。那教育部一定会跟内政部啊，在有关校园这方面，我们在这些程序有建立。那我看内政部这边也有更多积极鼓励的措施啦。是，好、哦，我想我们跨部会来合作，好不好？对，因为转型正义不该是让学生自主好去面对这个庞大的体制，然后才对抗成功的结果。况且，就是如同布朗林说的，现在纲领出来了，所以就不应该让学生去单打独斗。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主动，好、哦，主动去引导或执行校园内的转型正义哦。那当然，这个内政部现在有拟定有关清除威权象征的补助作业要点。那我就不晓得说教育部是要等这个作业要点制定好之后，才行文要求大专院校来依照这个作业要点来办吗？你现在的做法是要这样吗？因为这个在还没有转型处这个条例前呢、啊，其实对于校园内象征威权的这些，其实已经有建立起处理的机制，也有陆陆续续。现在只是教育部内政部这边，它再有一个更积极的鼓励措施。那教育部，我想在原来我们已经有一些处理的这个机制了。我想两个部会应该可以共同来往这个方向，不会是等它了，因为本来就有在做。刚委员提醒到一个很重要了，在转型正义的教育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是很具体有形的，而且可能在校园当中，我们如果去善用因为正义那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教案是一件事情，那有一些事件也是一个事情，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真正达到，因为转型正义里面非常重要的，能够真的去追忆，那是教育的主轴。是，就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年轻孩子不见得理解，过去在威权统治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生活是现在的状态，但这一些为什么以追忆的概念，这就有点在回溯台湾也曾经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威权统治的过程，那也造成了什么样的事件？像早上一早，陈佩文就提到那个228事件，对，那228事件。其实也就是我们可以去深化了解这个，告诉现在的这些学生们知道现在台湾很多的民主自由它是怎么来的。是，所以在转型正义的这个教育行动纲里面，其实我们是看不到教育部对去除威权象征有什么样的规划，目前看不到，所以我们只看到说教育部有收集一些相关的这个教材啦齁。那部长，我是觉得这样说，您对了这个转型用心想要的用心，我是看得见哦。可是我是觉得说，还是要去付出一些行动力。那特别对大专院校这部分，好，就说大学自治不能什么事都用这个带过。然后我觉得教育部可能要更积极的看要去怎么样去处理校园内，好，特别是所谓这种威权铜像哦，怎么样移除的事情，我想这个可能要请教育部多想看要怎么处理啦齁。那我想说，是不是请教部两周内针对大专院校要如何主动去除威权象征，在第一阶段的这个预期效应内是否可以全面撤除这个威权象征，做一份比较详尽的报告给本办，好不好？好，这个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评估报告啦齁，因为这个确实目前我觉得在部会的分工里面都会跨部会合作啦。哦，那威权去除这部分，内政部在来做的，因为委员也知道，不只是大学啦，很多中小学它其实也有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哈、哦，所以我想对于这方面呢、啊，我们把这个我们在这个转型正义教育的这方面，对于威权这方面的做法，但这个做法跟内政部这边，我想我们应该要搭配合作了。是，不过教育部自己就对于大专院校内部怎么去除威权象征这部分，我觉得你应该也要有做法。好，所以是不是这部分也在写一个报告，好不好？好 ，OK， 好，好，谢谢，谢谢部长，谢谢主席。那再请那个潘部长再给报告，再给委员哈。那请回两位，谢谢那个林一金委员哈。那再来，我们请吴思瑶委员质询。
好，谢谢主席啊，我先请文化部的那个王次长，然后请人权馆的洪馆长，还有请馆长，人权馆馆长。我今天的质询有两大重点，第一部分针对文化部不易遗址的法制化保存，我们要强化。第二部分是人权教育如何加深加广啊。第二部分我会请教育部的潘部长，第二部分再上来人权教育的部分。好，下一页。主要针对文化部促转会交棒，文化部要接力，就是要去审议跟保存不易遗址。那我的掌握也参照你们今天的报告，目前 完成不易遗址共有106处的潜在点，完成并审定公告确实是国家认定的不易遗址是42处，也就是我们完成了40%。另外促转会留下来的这些业务还有64处的不易遗址尚待我们审定公告，还有60%。文化部如何追赶进度？目前审议的进度呢？跟委员做报告，这个主要审议的进度是这样，因为我们之前是用希望用文资，直接用文资的条例去做审查，但是在遇到在文资的这个条例的修订过程里面就遇到了困难，就是说它其实跟文资不太一样，因为当然不一样，关键是说因为文资它基本上是以地上的硬体购物为主要基础，所以现在我们这件事情的确没有办法在今年赶定。那我先跟次长做说明哦，我要先一开始非常清楚的来定义哦，不管要不要进入文资法的指定文资，那是后边的事，但是对于我们转型正义很重要的框定不易遗址本身，你要把这些空间场域定为不易遗址，先跟文资法脱钩。目前定不易遗址，毕竟还有64处要完成审定公告，我先处理这个阶段，请文化部接棒促转会赶快来进行。是我们文资的指定是第二部分，现在我才要说，目前的已经完成审定公告的不易遗址，加上潜力处64处里头完成文资法的具有文资身份的，只被列定18处。但我刚刚又问到最新的数字，好像是20处，没关系，就是18到20处，仅占不易遗址里头的17%。我不是说所有的不易遗址一定要有文资身份，但是我先用数字来呈现。不易遗址成为文资的比例是低的。好，下一页。所以它确实有一些困境，好，确实有一些困境。就我这里所列出来的不易遗址 VS 文资法，目前被指定的是古迹的有13处，是历史建筑的有4处，是史迹的，譬如说马场町纪念公园一处，文化景观就是六张犁的公墓跟我们绿岛人权园区有2处。目前的进度，他进入文资法认为要适用国家的文化资产保存的保存法规跟后续的活化再利用，目前就是这样。那我当然知道他碰到问题，下一页。不易遗址指定文资 困境很多，它属于新兴领域，很多的 stakeholder 他倾向不碰政治，也就让我们后续的文资讨论卡在那里。第二个，60%的不易遗址它已无遗构，就是被清除了， 对不对？所以现在没有指定的标的，这是很大的困境。第三个，不易遗址虽然是广泛的文化遗产，但是现有的文资法难以涵括，也就是现在的文资法里头是提艺术性啦、技术价值啦、美学等等，比较少有不易遗址转型正义的概念。换言之，当然它会被指定文化资产就有困境。第四个，它的样态，不同时期的不易遗址样态特殊，228事件的白色恐怖的不易遗址，它都是系统性的场所很多，或者很多开放空间。也因为这四大困境，我们目前如果期待不易遗址要进入一个法制化的保存，如果是用文资法，它确实很困难。那怎么解决呢？下一页。所以具体是这样，文资法要是用文资法，就是两种做法，一种是个别指定，但是他会碰到刚刚说的很多文资法的委员，他并没有转型价正义或是人权教育的这样子的重要的观点，以至于个别指定到现在只有17%、18%。第二个是我建议我们可以尝试，UNESCO 的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有系列性指定的概念，我们的文资法也有系列性指定的概念，但目前在台湾没有
被尝试过。也许在现行的文字法的文字的法制里头，用一个系列性指定是一种可行，譬如说228，它有好多遍布台湾各县市，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系列性指定。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创新的想法，但这尊重专业是我今天抛出来的，就是用文资法的法律脉络。但是下面是，如果刚刚讲的适用文资法有好多困境，所以是不是我们不要让因为进入文资法的指定困境而让它不利于被保护，不利于后续的人权教育？我们需要催生一个专法，或者是在现在的促转条例里头有一个转型正义的专章。这也是大家在如何，我们都担心他没有办法被文资指定适用文资法，他后面就没有国家的具体的公权力的作为能够去法制化保存这些不义遗址。所以我个人认为文资法能适用就适用，个别指定继续做，系列性指定可以开始尝试的讨论。那长远来讲，如果能够有一个不义遗址的专法，或者是转型正义条例当中的专章，这个文化部的态度是什么？非常谢谢委员深入跟专业的质询。我们现在做法的确是走向专法，那因为在文资法里面的确遇到委员刚刚所说的那些困难，所以我们认为除非给他一个特定的定位跟方式，不然的话那个速度很难推进。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立定不义遗址的保存条例，现在的草案已经在做咨询。那这个月3月24号在委外报告当中嘛，也有做委外研究，已经有条文了，已经有条文。24号我们就会召开咨询的会议，那各相关的机关部会也都在询问当中。我们最希望看能不能赶一个进度，在今年的年终以前送进立法院。送进立法院，所以专法已经有研议的进度，是那很好。其实已经有条文草案，那现在就在做。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会优于过去有些人倡议说，在文资法里头干脆设一个不义遗址的项目，我认为那样需要委员们的支持。对，好，那我支持这样的方向，尽速提出法案哦。那下一部分我请潘部长好吗？谢谢，谢谢次长。我潘部长，那么次长也要一起，因为难得两个部会哦。我现在再讲一下下一页哦。文化资产的保存教育，我们要向国际学习，就像 UNESCO 说的，世界遗产教育计划三大策略。遗产本身就是教室，所以要强化 on-site learning 现地的教学，把学生带到文化资产的现址。第二个，遗产教育实施最重要的媒介，我们以为是学生，不是。 UNESCO 说要强化师资的培育。第三个，要透过遗产教育来建立遗产的一个品牌，这是世界的趋势。但是两个部会今天难得，我让两个部会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是不是要能够做得更多更强化。下一页，文资法也有明定，文资法12条，各级教育主管机关要受文化部的协调，在课程当中进行文化资产保存教育，也在施行细则里头，在师培课程教案的研议安排活动等等都有明定，但是真的做得很少，这个部分教育部要强化。下一页，以现在你们推动文化艺术教育的4支箭里头，跟文资教育相关的非常少。下一页，报告潘部长啊，文化体验课程，我们上周才在华山办了一个成果展，我非常肯定，我们越做越好。但是就以这个一拍即合，文化部跟教育部共同出资合作的，透过馆所、艺文团体跟学校来创造教案课程导入教育的，目前产出559案，文化资产类产出的教案不少哦，有215案，但是高达128案完全没有被采用。高达59%的文化资产类的课程教案并没有被学校选择，非常可惜。同样的，文化部的人权馆洪馆长，你们也很努力的产出人权馆的教案2案，这么多年来只被学校采用了7次。所以我要提出来，就是文化体验教育里头的文化资产教育类是比较被弱化，因为大家都去选艺术课程，
美感课程，可是文化资产的体验教育本身就是艺术教育的一部分，那更不要说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关心的主题是人权教育。好，下一页。所以这个我要请洪馆长要加油啊，请次长您给多支持。好，我想文化部一定支持哦。人权馆所开发的教案课程，就我刚说的，它覆盖全国的国中小，覆盖率不到8%，可以再推。人权馆已经有好的教案了，那教育部帮忙，不要大家都只是选艺术类的课程，人权教育的体验是重要的。好，下一页。这个也是文化部人权馆很努力的人权教育玩中学，开发了很多很可爱的教具，可是到现在只被20个学校拿去使用，非常可惜。现行的东西教育部没好好利用，没猜人家文化部人权馆这么打拼。再下一页，人权故事车，我们前阵子去考察那个我们的人权馆，范家伟一起去，人权故事车要进入校园说故事，覆盖率只有1%。潘部长多多支持跟帮忙。再下一个，校外的限制教学，现在文化部108年被选了，台中歌剧院、故宫、奇美博物馆、高美馆都非常好。111年多了几个新的馆舍，我非常强力的建议。当教育部在推动校外文化教学的时候，把人权馆纳入，主动纳入一个限制 onsite learning 的一个重要园区，这潘部长总做得到吧？可以吗？好，那所以那个王次长这边就劳烦您，这个是文化部的案子，文化部各个馆舍主动提供给教育部，请你们校外教学来，但目前人权馆没有在里头，我觉得把人权馆纳入，教育部就会选择它，好吗？所以我今天第二部分就针对两个部分部会的合作，文化部就怕饼，人权馆就怕饼，但是教育部请把文化资产教育成为我们艺术体验课程很重要的一支，目前看起来它就是非常边陲，是不是我们强化两部会的合作？那第二部分是要督促教育部。好，我想这部分谢谢委员哈，我想因为我们两个部会本来对于像从一拍即合、文化体验等等都有合作了，只是委员今天帮我们有特别看到，把人权教育跟文化资产开始在针对转型正义的教育啊，其实让孩子有更多直接的接触跟体验，是对的，其实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体验教育。所以我们在原来这个机制里面哈，两个部会合作之外了。尤其被可能过去比较被冷落的这部分，我们再来讲。那教育部多支持，文化部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助力，好吗？谢谢，谢谢，谢谢委员，谢谢。那个两位请回哦。那谢谢吴思瑶委员的质询。那再来，我们请郑丽文委员质询。谢主席，请部长，教育部长。啊，请潘部长。好。委员好。部长好哦。那么今天我们在关心转型正义哦。那其中呢，我要跟部长啊来讨论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教官离开校园的这件事情，因为已经推动很多年了嘛，哈。那我现在看到这个教育部的相关的这个资料哦，那么。我们现在年年的都在请教官离开，然后呢，现在因为教官扮演了很多关键的角色，包括辅导啊各方面啊，很多的功能跟角色，那么所以呢，现在教育部的计划是由学府的创新人力跟全民的国防教师一起来补足教官离开之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但是呢，我们从教官自然离退的预估推算表来看的话，现在的教官大概有剩下1820位嘛，哈，那未来会逐年的退到没有为止。那么我们从这个108年开始有全民国防教育师资的培训，是从108年才开始。那么到目前为止哦，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培育的是617名，那么发出的所谓的全民国防教师的证书也总共只有498张。那全民国防的教师，如果以110年来看的话，我们聘的只有81名，好，
那高中学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辅导的学府的创新的人力呢是206名，那我们高中教官退伍的人数是218名。好，这中间呢就有很多的问题，因为现在呢其实学校跟家长都非常的担心我们的人力不足，那么教官退了以后，这个空窗由谁来补足？那么我想先就教这个部长哦，我们到底准备补多少人？我刚刚讲，目前准备要退的是1820个人，但事实上，我们如果要包括刚刚很多委员在关心的这个霸凌的种种校园的很多的现象跟问题的话，我们真的要补足人力的话，照理讲应该不止1820位啦，是不够的哈。那我们现在教育部是准备学府创新人力跟全民国防教师要来接教官的职务，大准备要补多少人呢？现在预计要补多少人？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如委员刚才所说的，因为当然现在教官都是退伍了，他不是是我知道，对对哦，那所以我们现在也都采取跟委员说，他就是自然我知道，那我要知道的是说我们要补多少人？我们现在因为对于教官离退后。那就是给学校有创新人力的大这里面也有校安的人力人那个叫做学安不多少人嘛，对，我知道他的人数会比原来，只是学校会聘怎么样的？你们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人数，我们是没有统计，不是他的人数会大过于原来的教官的人数啊？多少嘛？因为我们给他们是帮，不是不是没有，现在没有算，没有统计，不是我们是给他一个额度的费用啊，由他去聘。啊，他聘出来，对，我要知道你们给多少额度啊？那总共是多少额度啊？为什么人？六十，你们没有办法统计，不，一定会大1800的意思。好，但是你们没有办法统计多少人，因为我跟我数字没办法给我。比如说他退，我们退伍后的教官，他变成我们的经过培训后的校安人员，那教官领校安人员的薪水，他最高不可以超过3万，有一个天花板吗？不，这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啊？不，你浪费我好多时间、这个。不是的，我们赶快告诉我答案。比如我们给他一个80万，他可能可以聘2个以上的这种人员。那你应该可以告诉我说最多多少嘛？没有，所以因为我第一个好，他一定会大于我问你，我问你的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希望未来要重视学府的创新能力，对于学生这方面的辅导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又再加上有一个全民国防教育的任务，所以这两个要加起来，那我们当然希望人数应该我觉得至少要2倍以上啦。那么当然这要考虑到你们的经费预算等等的问题，那我要了解的是教育部的政策是多少。好，你现在没有办法算多少人没有关系，那有打算什么时候要把它补足吗？你们是，所以你们是这个是联动的，我听起来你的意思是联动的啦，有教官退，然后会影响你们补的，他当时就补了，对，而不是不，你可以分开啊，你可以不用联动啊，因为如果有教官在，然后你们的学府创新人力跟全民国防教师进去的话，他更好，他可以，他事实上还有一个传承跟连接嘛，因为你今天现任的教官，他可以把他手上的所有的工作传给未来要补他这个位置的人，那但是如果你现在是教官走了以后他才补来，那就会有一个衔接上面的空窗，所以这我好没关系，你已经回答我的问题了啦，就是你要等他退的时候一个萝卜一个坑，有点这样的感觉啦，跟委员报告，就是他那个位置空出来，然后那个薪资才能够给新的人嘛，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是很重视的，那我希望能够编更多的预算，能够更多的人力，因为现在的家长都很担心，因为你的预算不足，你的待遇不够好，对于这些学府的这些相关的人力，他们事实上流动率很高，那么意愿诱因不够高，那使得在学校里头担任这方面功能的老师，他不这方面的人力不够稳定，而且不够足。那你现在在校园里头面对这样的一个需求是很大的，所以我只是想告诉部长说，我很重视这件事情，也希望教育部重视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说教官没有了，我们换一批人而已，不是。因为在现代的教育跟校园里头，这个东西事实上影响很大的，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力，更稳定的人力，那你要给他们很好的一个待遇啊，起码的一个合理的待遇，否则的话谁要来做呢？实力不好讨，不讨好的工作。那请问一下部长，我这边有一个表格，就是全民国防教育的部分，
为什么到了111年，你看108年有370名，109年有235名，到110年就只剩下12名啊。然后111年是零，为什么呢？未来呢？是到110年为止了吗？未来我们不再培训了吗？不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哦，谢谢委员很关注校园的这个部分，教官跟校安的问题哈、哦。那刚才委员谈到全民国防教，全民国防教育，为什么我们前面培养的这一些，对，后面为什么没有了？那因为现在都还有很多的教官是现任的教官，他本身就可以来教授全民国防教育的课程。那我们现阶段的这一些已经取得资格者，在学校的应聘上面并没有全部都聘，我们也不能说培养了很多有资格，但是还没有办法进到。所以你现在真的是暂停啦，不培育。但是这个暂缓未来的，因为现在培养的量事实上比学校要聘的多很多，才498个啊。现在教官全台湾有多少高中啊？现在教官还1800多个在校园呢，他们都可以担任国防全民国防教师，这样够吗？来好，这样怎么这样够了？我以为我们很重视全民国防教育，那好，继续。培养后不能让他教这个，对受教授。所以我才刚刚第一个问题才问你，我们准备补多少人嘛？那你现在变成一个萝卜一个坑，好，没关系，部长。那我再继续问你哈，现在有关于全民国防教育，看起来这个蔡政府好像很重视，但问题是说，我看了这个，你们也开了好多会哦，跟这个全动署、全民防卫动员署、教育部还有国防部一起开了好多会，结果你们出来的这个全民国防教育啊，是一纲三本呢，三个通通不一样。全民防卫动员署所规划的，跟教育部所规划的课纲里面的内容，还有政战局所规划的全民国防教育的里面的内容，三个完全不搭嘎，怎么会这样子呢？你看，你这个全民国防教育里面，在部会业管的权责里头，他特别指出来，教育部哦，在高中职大专院校的全民国防教育课程里头，要纳入生存基础训练的课程，可是，在教育部所颁定的相关课纲里面完全没有，哎，为什么会这样？啊，你们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开会吗？不是，喂，那个，然后我们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的议题的时候，你们也讲，就是要让高中以上的学生学习这些消防啊、什么保安啊这些，我觉得这很重要。不要说打仗了，台湾地震啊、台风啊这些本来都应该学的啊，为什么没有？教育部所规划的里面找不到、啊，国防教育课纲里面完全没有、欸。哎，跟委员报告哈，委员现在没有一纲三本了哈，因为。教学校看起来是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学校的部分当然都用教育部的课纲，因为课纲跟是啊，那我现在就在问国防部是面对的是社会的啦。不，你不是你们不是这样的，部长，我现在 no， 我现在只专门讲高中以上的学校哦，国防部也是高中以上的学校哦。好，那我你这题还没有回答我，你要讲国防部，我就告诉你国防部，国防部政战局。跟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工作计划里头，跟教育部、政战局跟教育部共同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知识内容是什么？第一个，推动全国高中一队竞赛；第二个，推动全国高中的爱国歌曲竞赛；第三个，办寒暑期相关的营队。爱国歌曲竞赛，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我们都有参加过。然后我看到现在很多学校，哇，都有创意比赛，学生看起来是非常乐在其中。然后呢，强化他们班上的感情。但回到我们的全民国防，政战局唱爱国歌曲比赛，这叫做全民国防的内容哦？唱爱国歌曲比赛，不会吧？啊，高中一队竞赛。这是我们全民国防教育的内容，一队竞赛、唱歌比赛、寒暑期营队，这跟教育部跟我刚刚讲的国防部共同主办的，那这就是跟我们高中学都有关的。所以我在问啊，这个东西还有刚刚我说的教育部的东西，跟全民防卫动员署所规范的全民国防手册里头要求要纳入生存基础训练课程。都没有看到啊！那打仗的时候唱爱国歌，我没有反对唱爱国歌曲啦，但是只唱爱国歌曲吗？我补充一下，学校高中就是两个学分的全民国防教育，就如委员一直把我们列出来那个
当然就是学生最基础学习全民国防教育的内容。那学生当然也有社团活动，也有各种团队。现在学校不是有很多？不是，我没有看到你们三个其他的。他办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学生机构。部长，你只回答我两个问题就好了，不要扯太多，因为时间都已经到了，都还没有回答我。第一个就是为什么都没有刚刚我说的防灾的这些救生的基础训练，为什么都没有纳入课程里头？那如果没有纳入的话，你们开会怎么开的？你们没有纳入的话，要赶快纳入啊！好，第二个，你怎么会政战局在里面规划了半天的全民国防教育，居然是唱歌比赛、一队比赛跟参加营队呢？唱什么爱国歌曲？你列的这个里面，我们学生教育部的这个课纲里面本来就有防卫动员及灾害防救啊。有，我有看到，但是他只是纸上谈兵，你现在才看到。有，你如果到我资料里面都有看到，他没有，而且一个礼拜。九二一前，我们都会有一个全国去做防灾演练。那个是。部长，那个是我们本来就有的防灾演练，那不是因为全民防动署成立了以后有了全民国防教育才列的啦。嗯，那是本来就有的啦。我已经超过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啦。好，所以最后结论啦，好，谢谢主席，这个很重要，回去赶快研究一下，对不对？这个你们三个部会，因为我看你们三个部会开很多会耶，这样子感觉上没有实质的真的落实全民国防需要的教育跟相关的东西，感觉上就是整个是空的，三个的连结是有问题的，所以请这个教育部回去，我们彼此合作，赶快再努力拿看，让我们看到新的东西了，好不好？就有一套包含防灾都在全民国防教育内容内。没有啦，好了，谢谢。好，那潘部长请回，如果后续需要再跟郑委员说明或什么哈啊，谢谢郑立文委员的质询。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休息完再请郑天才委员质询。
好，我们请郑天才委员质询。时间质询练习五分钟。好，这里面没有画面。他在干嘛？没有啊。好，这个是档案有问题是吧？请问郑委员那边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不要协助？这是没有画面。哦，没有画面了。哦，好。接触不了，对对对，电源就接触。这样 好了吗？好，好了哈。要请哪位？好，我们请这个部长。好，请潘部长哈。部长好。这个今天谈转型正义哈，这个《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条第二项，政府应本平等尊重之原则，推动原住民族教育。并优先考量原住民族历史正义及转型正义之需求，所以这个不只是所谓的这个民进党政府或是行政院所定的，或是立法院所定的转型正义的这个年限，历史正义让更早的，包括现在啊，我们都必须去一并的去考量哈。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九条，各级政府应提供学习原住民族语言、历史、科学及文化的机会。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第一条啊，我特别坚持后来通过的哈，原住民族语言为国家语言。国家语言发展法第三条也因此也规定，国家语言指台湾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语言。国家语言发展法第四条规定，国家语言一律平等。好，我们先看族语教师薪资啊、福利跟待遇。本席啊，在110年了啊，很久了，快两年了。5月10号就咨询过部长，对于原住民族的语言，包括当其他的语言，闽南、客家的语言，为什么跟中文？以前我们讲国语是中文，是叫国语，现在就不能讲国语，啊，那叫中文。教中文的，教英文的，美语、美语、阿美族、美语、美国、美语，但是待遇不一样啊。啊，我不只是为原住民呢、啊，一样，我这边特别提到客家、闽南语言待遇、福利都不一样。好，教育部的函复，我先这个当初哈，部长有承诺哈，我们一并来做检视，啊，当然你没有说一定要回复正义哈，但是我就要谈正义，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教育部的函复当然不是那么的啊，令我们满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调整，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必须啊。要一致，族语教师一样都是语言要平等，而且要这个啊，中文也是国家语言呢 啊，结果待遇不一样，这个部长要不要继续来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是跟委员报告哈、哦，这个当然委员持续关心这个族语推动包含这个族语任教的这方面了哈。哦，那当然对我们目前来讲刚才委员提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相关的教育人员取得教师证书，然后认为正式的教，不管
他担任什么、啊、那我知道部长当然不是他那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现在我们培养很多公费的原住民族的老师，那我知道他当然就取得这样的、那个、现在是任用资格而产生的待遇、那个、没有问题。嘿，我谈当然不是谈这个，是啊，对，当然专职族语老师或是教学资源的老师不一样啊，重点费不一样啊，教英文的不一样，他也是重点费啊，哦，所以这个部分请部长继续啊，能够往正义的方向去努力啊，好不好？好，我们看哈、啊，教育部你们的评估哈、啊，族语老师不足300多人呢、啊，346人，就可以知道确实是问题啊，对不对？就不平等了吧？教中文的绝对不会不足吧？教英文的不会不足啊？教原住民族的语言的老师竟然能够不足？难道我们没有吗？当然有，就是待遇福利有问题啊。包括啊，我们看这个教育部国民级前学前教育署111年10月6号的函，国民中小学闽南语课语及原住民族教学资源工作人员聘期如为学期制，好、啊，这些哈、啊，当然这里面提到的是劳保了哈、啊，加入劳保是应该的，啊，是应该的，但是加入劳保之后，他原来本来是农保啊，嗯，农保，然后他加入劳保，这个农保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啊。按照农委会的规定，不得超过180日，我们的一个学期啊，就超过了，两个学期就超过嘛，对不对？他就受影响啊，他的劳保啊，那农保又不见了，他要回来又没有了，他中间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学期制，或是说你甚至那个你中间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部分你要不要教育部要不要跟那个？哎、欸，委员，我想我们来跟啊，农委会，委员指的这个是教职人员，对，哦，应该不是专职啦，哈、哦，因为这几年我们的很努力已经到200多位了嘛，那专职就是专，委员指的应该是教职人员的，对对对，跟他比如说原来有农民身份的，这个我们来跟农委会研究，我觉得委员今天有提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来重视啊、哦，因为他是学期制嘛，他一定会超过180天吧，对不对？因为他是部分时间工作，他也不是像专职人员哈。哦，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不是我们来跟农委会研究一下他那个保险的身份的部分，看在这种身份呢、啊，就属于终点费的教职人员跟他原来那种身份之间能不能有没有可以做一个演绎，好不好？好好好，谢谢、啊、好，谢谢委员。好，潘部长请回哦，谢谢郑天才委员的质询。再来，我们请高金素梅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有请王次长。哦，王次长请。今天我们主席提的这个转型正义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也觉得遗憾，就是呢，在转型正义这一部分，好像只截取了自己一部分要的，在我们转型正义条例里面，并没有把原住民族在日据时期这一段时间放进去，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哈。次长看一下，3月11号晚上，桃园市政府对外宣布，桃园市的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园区，它所引入的日本的天照大神神祇是委外单位经办的文化活动。现在呢，活动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日本的神祇将由主办的委外单位要送回。我想请问王市长，您知道吗？在桃园忠烈祠所安放的是哪一些人？如果你不知道，我提醒你一下哈，安放的200多位里面呢，有非常多是抗日之士，例如雾社事件的莫纳鲁道、蕉八年事件的余清芳，这些人当年抵抗的就是信奉所谓的天照大神的日军，而加害者的信仰怎么可以跟被害者的灵魂同处一处呢？次长，你对于桃园市政府所做的这个决定，请问您怎么看？我想桃园市政府应该会因应这件事情啦，因为在这件事情，他因应的就是要把这个神祇送回去啊。对，这桃园市政府的做法，对，怎么样？
也是这台湾市政府的做法支持哈，所以你也支持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这些人当年抵抗的就是信奉天照大神的日军嘛，然后加害者的信仰怎么可以跟被害者的灵魂放在一起？因为有些人希望他就永远放在那里，但是呢，我们的族人是觉得这是一种伤痛啊。就好像在我们的伤疤上面再撒上一层盐啊，当然你会回应是说这是桃园市政府的事情，但是呢，我必须要让您清楚知道，加害者跟被害者是不可以放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到日本的靖国神社去常年抗议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给你看一下这张照片，很可怕吧？当然，现在是彩色的了，以前呢，是黑白的。但是彩色的，因为科技发达以后，我们加上了彩色，你就觉得它鲜血是这样冒出来。你看一下照片，市长，我有看，好看了哈。这张照片是日本军人他斩首泰雅族战士的照片，他最早出现在日本军部1913年所发行的一本《夸耀战功的大正二年讨伐军队纪念册》里面，是日本总督佐久间佐马泰他发动的5年讨藩的战争，然后这个照片呢，他们自誉为是他们的战果，所以把它记录下来。这是无言的照片了哈。当年日本侵略军队，他扬言要讨伐的，就是他们所说的深山的藩人里面最残暴的北藩。北藩这个就是我泰雅族人。照片里面斩首的地点哈，有人说是雪山山路的西卡药社，也就是现在也是我的家乡台中市的和平区的武林农场一带，也有人说是离山山下的嘉阳部落。但是我们不管他斩首的地点在哪里，我们要讲的是日本侵略军他要镇压消灭的是他们眼中胆敢公开叫嚣绝不服从的北藩，也就是台湾中部以北包括桃园在内的泰雅族的抵抗势力。而日本人对待抵抗这些日本军的泰雅族人，他的方式就是怎么样斩首示众。这张照片不是剧照，在战争的过程里面的确有很多惨。然后桃园山区呢，我要讲的是桃园山区，看一下，这也是他们的战功册里面的照片。桃园山区曾经是泰雅先人抵抗日军发动10年大科坎战役的古战场，也曾经是三峡大报社头目瓦旦侠树他联合大科坎群还有马武都他共同抗日的战区所带。然后瓦旦侠树带着族人，他跟日本鏖战了大概有7年多，最后在弹尽援绝之下呢，他只能忍辱的跟日本和谈。而我们泰雅族的先人前仆后继奋勇抵抗的就是那些信奉所谓日皇神道还有天照大神的殖民侵略军队。这些照片都是原住民血淋淋的抗日史实，它绝对不是某些人所讲的什么意识形态。然后我们看着台湾的一些地方首长，他打着文化还有观光的旗号，四处的来修建那些殖民者的神社，甚至于是引进这些神子来做大事的宣传，我还有我的族人是感到无比的悲痛啊！原来在血泪的殖民镇压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在官方的刻意操作之下被集体遗忘，这是原住民的痛。但是我们原住民是没有办法忘记的，因为我们一旦忘记了以后呢，原住民历史就会被消灭，然后一旦消灭了历史的这些民族，它最后就会被消失。我相信市长同意我的说法嘛？好，谢谢。在原住民的这些历史里面，我想大家也要重视它的保存跟它的记忆，很好，跟真相的回复。谢谢您，谢谢。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桃园市政府所做的决定，尤其是给张善政市长按一个赞，因为呢，这是对于台湾原住民族抗日历史转型正义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回应。虽然呢，我们民进党政府不做，但是呢，张善政他认为他是一个市长的之首，他必须要替原住民找回这样的历史正义。当然，我也更希望桃园市的有一些议员哈，也能够清楚了解原住民在这些历史殖民之下的悲痛哈。那教育部部长也请您上来一下哈，我要讲的就是部长，很显然我们的全民教育还是不够，因为我们看着这一次这个事件，还有一些地方的民意代表还要出来抗议，
我觉得这就是对于原住民的历史的不清楚、不了解，以至于他们用所谓的意识形态来把它做操作。那对于原住民，尤其是后代来讲，尤其是这些抗日先贤的后代来说，是何其的在伤口上撒盐。所以部长，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的这个全民原教能够继续哈。继续下去，然后能够更精进，好吧？那剩下一点时间，我要问的就是，请问部长跟次长哈，在去年的12月6号，我曾经行文给行政院的人权还有转型正义处，要求原民会的转型正义委托学界调查的苗栗南庄历史事件，又称为南庄乡白色恐怖，它当然是以客家人受害是为主了，但是呢，有一位叫做日进村，就是这照片上这一位，你看他笑得非常的诡异。可知道他当时所受的这个伤害，还有他的这个委屈哈。日进村呢，他是唯一原住民的赛夏族人。那大家对于南庄事件唯一一位原住民的日进村的受难，一直是不为人知的。所以呢，日进村他的后代，他给我澄清，他希望把这些真相公诸于世，并且能够恢复祖先日进村先生在苗栗县蓬莱国小教师的职位，恢复他应该要有的尊荣，并且要落实转型正义。转型正义不仅仅是有一些民进党的后裔，有一些原住民的这个后裔也一直希望我们政府能够重视。行政院他回复我办公室说，案子已经请教育部跟文化部研议了，请问一下教育部文化部，你们收到行政院给你这些这个研议的事情吗？请问部长跟次长。这个是不是我再了解一下好不好？很显然行政院给我的这个公文好像是在说谎，是不是？还是我说我查一下的意思是我们好、好，所以很遗憾的就是一直到目前为止12月6号我就行文了，然后行政院告诉我的是说已经交给你们两位单位去研议了，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收到这些。那很显然12月6号到现在已经3月份了，这当中你们好像是没有知道这件事情。委员，我们来查一下了。好、谢谢委员给我们这个讯息。好，我希望呢你们能够赶快研议，然后还给这些家人还有后代他应该要有的尊荣，还有他们应该要有的转型正义。那经常我们听到民进党的朋友们一直在讲白色恐怖，白色恐怖是不是只有你们，有一些原住民族也有，所以也希望能够还给这些后代应该要有的尊荣，然后恢复他们的转型正义，好吗？请问一下部长跟次长，什么时候能够告诉我你们要研议多久？我们了解一下，两个部会再讨论一下。所以到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收到行政院给你的这些。我们先了解了，因为说明他已经到业务单位了。我们了解已经到业务单位，已经3个多月了，所以部长跟次长还不晓得。因为它是一个案子，所以我们要精确的查完。现在已经是3月份了耶，你们的公文来回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吗？已经有了，只是我们现在在。所以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吗？我们知道南庄的案子，日进村。先生，去年有去现刊过。南庄的案子是你们去现刊过了，但是日进村赛夏族这一位，日进村。南庄的案子已经有，而且有申请到补助。好，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我希望你们给我确定的时间。如果你们清楚知道这位日进村先生他们所受的委屈的话，你们要延议多久？3个月。如果知道就立刻会回复委员。大概多久？委员是让我们先去查，所以你们回去之后，是不是等我咨询完毕，了解一下这个案子到底是在哪里，还在行政院的转型正义处呢，还是已经给你们了？然后你们的这些这个同仁并没有研议，没有个案的部分，我想已经应该是已经到了，现在只是我们要去知道他。好，希望你们能够找快速，好不好？3个月之内让我知道你们的进度，好吗？谢谢。好，部长、次长请回。谢谢高金素梅委员的质询。再来，我们请陈敬明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要请潘部长跟王次长。委员好。
部长好，次长好，辛苦了。那我想今天主要主席排定的一个议程哈，就是希望我们两个部会来报告我们在转型正义推动的一个现况哈。那我把这个两个单位的报告看完了以后，我大概就两个方面来请教我们现在执行的状况跟提出建议哈。第一个当然就是文化部上在这个推动影剧的一个创作上面，是不是可以有更激进的一个作为？那另外就是在教育部哈，特别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了以后，更看到这个怎么样子落实校园的人权教育上面，的确我们还有需要再努力的地方哈。对不起。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转型正义的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精神哈，就是要站在确认人权是普世价值的基础上面了以后，对于掌权者他最基本的要求，他能够遵守法治的原则，这样子的一个普世价值嘛。那也因为这样哈，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那是不是在一个国家结束威权过渡到民主的过程里面，对于前面的一个政权能够去承认这样子的一个黑历史，然后寻求相关的和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也是因为这样，我们今天会有今天的一个报告哈。那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定义看起来，转型正义应该就是一个做好善后的工作，是吧？好，所以从看到这个世界各国对于转型正义他所做的，特别是德国啊，特别是一些的这个波兰啊，他看到这些东西，他就会提到说，哎，这些善后的工作应该要包括对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他给予相关的补偿，对于被迫害的人，对于迫害者，我们应该要给他法律上或者是道德上的一个追究，更重要，我们的真相，这些历史是不是可以完整的被呈现出来？所以如果看到这一些的工作跟任务，我们常常就看到有很多转型正义在各国推动上面，它当然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执行方法，那包括其他国家有包括审判啊、赔偿啊、调查真相，但是今天因为主题是在我们教育部跟文化部，我就看到有很多国家它在执行上面，譬如说它是用纪念的方式，譬如说像澳洲，它甚至有一整个礼拜的时间就去推广，让整个不仅仅是落实在校园教育，是整个全民应该对过去的这件事情有所认同，甚至有这一些整个街头艺术啊，这一些可能都是对于我们推动这个转型教育、转型正义的教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哈。所以如果国外可以做成这样哈，那我就想请教我们两位部会哈，对于台湾我们现在在民主化跟实践转型正义这个进程，两位满意吗？跟委员报告哈，那就教育的部分呢，当然我也跟委员报，因为教育从我们过往是比较从人权教育比较开始着手哈，那现在这个转型这个促转条例后的转型正义啊，也应该是在人权教育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更聚焦哈，是，因为这个就如看我们前面陈述的，这个确实本来就要对于一些过往事件的这方面呢、的一个了解，对，然后到我们后续啊，应该要在对于我们现在的应该要有更多啊的这种教育的历程啦，是，所以教育部这边会持续的在延续原来在我们推动人权教育，包括在校园这方面的努力，那么未来在这个转型正义的这方面呢、就如刚才委员非常精准的去提出在这上面呢、我们在这一次所制定的有关转型正义教育的这个行动纲领，有看到这个报告，其实就是希望，因为刚刚行政院才上个月才核定，有我想这方面我们会来着力跟努力。谢谢部长的回复哈，不过部长刚刚讲的这个过程哈，对于昨天发生的这件事就真的尴尬了。整个的在校园推动，如果您觉得人权教育是我们最主要推动的主轴，但是昨天血淋淋的就发生了这一些事情，所以可见我们还有很多是需要去执行，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也会再跟持续来努力。是是，我也跟文报这几年，包括在我们大院委员很多大家一起关注在人权教育上面，其实我们真的是在法治面，因为转型正义里面一个很重要，其实遵循法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 minimum、所以我们也透过大院的支持我们修正订定了很多
调整了很多啊，维护学生受教权益啦。是，只是像昨天这个事情发生，也是很难过。我们一定要再进一步的了解哈。所以对于这个真相的调查如何公布，是让大家避免再发生，这个其实就是转型正义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嘛。是，谢谢部长。不过等一下我还是有一些建议给您。那是不是请问次长？好，谢谢委员哈。主要文化部在这几年，我想。除要针对档案本身，因为档案本身的真相的还原跟记录跟整理，所以包括研究的部分、口述历史的部分、历史编纂的部分，这大概是这几年我们在做档案的内容跟应用上的努力。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做出来之后，不是只有当事人看到，会让更多人看到。太好了。所以在创作的部分，我们大概目前集中的方向呢，一个是文学出版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儿童绘本，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基本上也可以透过这些看到。是。那第三，我们其实在委员特别今天有提出影音上，哎，我不应该先泄题了，糟糕，答案都在里面了，是这样子吗？我们就是这正好是我们的下一步，是，因为我们其实在今年的威尼斯影展有一个特殊叫做 VR 体验的沉浸式的首奖，也是由我们人群的题目，就是我们陈心怡导演做的《无法离开的人》，所以影音的部分的确是我们在下一个希望在做推动，除了文字出版啊、绘本诗集之外，那下一步就希望在影音上也有能够来叙述转型正义人权的故事。太棒了，太好了，这个其实也是我希望我们两个部会再继续努力的一个部分哈，特别是这个前文化部长郑丽君讲的这一句话，我真的觉得一直这个非常受到感动哈，因为大家好像把转型正义就简化为这个去讲话或者是轻率。其实它就是一个再民主化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在转型正义在两部会上面，我们对于两位的一个期待，当然就是怎么样子能够让社会大众认识理解之后，可以做更好的一个社会沟通哈。所以影视作品其实我觉得就是对转型正义最好的一个帮助，怎么样是透过电影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拖出去、哦、特别是在韩国跟台湾是在我们东亚地区最常被提到的，那韩国的这些作品我觉得不仅仅是投资大，它更重要的是卖座好、哦、像我知道这个正义辩护人因为这个电影这个上映了以后，甚至还造成了还影响了后续的这个判决的翻转，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具体的一个成效啊。甚至有一些大片像没写在这里，这个花样奶奶学英文是不是这个东西也讲到了慰安妇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影片都非常值得去推广哈。那虽然我们文化部最近有很多的一个电影其实也都跟这些有相关，特别是这一些的沙龙，电影沙龙是在中正纪念堂举办，我就觉得特别有它的意思哈，怎么样子把中正纪念堂转型破除对威权崇拜这样子的一个标记，我觉得文化部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很多的艺文朋友其实现在有反应，就是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其实并不多哈，相关的文献资料的调阅，就像刚刚这个次长提到的哈，我们怎么样子加强政治档案的推广跟应用，我觉得这些我们文化部都可以在扮演更积极的一个角色啦齁。那甚至有很多我们的故事，特别是我们台湾护理的鼻祖这件事情， 我不晓得次长您认得他吗？有在记录档案看到。是，我就在想说像这些我们文化部最主要的长官都不知道这一些，太多故事需要去被发掘啦，好不好？好，所以文化部我觉得可能怎么样子加强投资，怎么样子能够再把档案更公开，更能够让电影这么普罗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推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不好？好，好，那谢谢部长。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谢谢次长。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这个部长的部分的哈，特别是昨天发生的这件事情。那刚刚部长又提到说，我们的人权教育其实是一开始教育部的主轴哈，从这里看起来就还蛮讽刺的啦哈，特别是从四代人权的演进，这个根本就是第一代的消极人权而已，他的生命权都受到了整个的这个威胁哈，怎么样子能够让这样子一个有权力的人在校园恣意而行？我真的觉得这一块哈，我们在校园教育，当然你提到很多要把它纳入教纲，可是对于老师，对于这些掌权者，他的教育上面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子规范上面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譬如说我自己前一天齁前两天了，对，就是
国际社工日，我不晓得部长知不知道这件事，国防大学甚至对于我们一个艾滋病患他的教育权都把它剥夺掉。所以这个事件我有了解很久了嘛，对，但是这件事因为阿丽又前一阵子过世的关系，所以又引发了大家很多的讨论。那像现在我们发觉说这个当然不是您部会相要去管的，就比如说我们确诊者不能去参与选举，这些都是人权被剥夺啊。那这一些的讯息有没有在我们的教育部的课纲能够让我们的同学能够让校园的师长都能够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这个欧洲先进国家把第四代的人权都已经纳进来了，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这些恶假害的讯息这么多的情况之下，这些小朋友会不会被误导？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教育部的课纲里面需要再精进的啦。所以我最后大概就是请部长承诺，是不是能够把这些新兴人权的保障跟思辨能够加入课纲，更重要在校园中的推行，不是只有针对学生，我觉得这些加害者可能也是我们教育部这边要特别去关注的。好，这部分我跟我们报告，我想因为原来人权议题人权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课纲里面的重要议题，我知道，那在有关转型正义的这部分啊，我们会在这样的方向再深化，是这个我想因为这个整个纲领啊刚刚行政院核定，那我想未来我们在深化这个部分呢、也会不管对师资老师的这些专业的养成，因为这个确实就如联合国说的，转型正义其实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我们对于教育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在把过往我们所实施的人权教育下，那对于转型正义啊，我想我们应该来再更进一步推动。是啊，教育其实就是最主要去扭转的一个方式嘛。好，非常谢谢。我们来努力，好，谢谢委员，谢谢。好，潘部长请回啊，谢谢陈敬明委员的质询。啊，下一位是范云委员质询，那请陈敬明委员代主持哈。好，我们请范云委员。有请潘部长啊。好，那请潘部长。张伟好。好，那潘部长首先就是非常肯定你今天很强调，就是我们的教育里面要有人权教育的重要性了哈。那这人权教育要包含就是我们本土自己的转型正义的相关教育哦。那我自己盘点教育部的那个转型正义的工程哦，我觉得有四个部分哦。第一个就是政治档案的明确移交哦。第二个就是政治档案的公共化。第三个是转型正义教育的质量并重哦。第四个就是威权象征哦，要清楚哦。那刚刚三跟四就是都有委员质询过了。那我想先问部长，有没有看过那个促转会的结案报告？我有看，但是没有说很细看呢。是。好，那我想请您就说指派你们下面的人哦，关于教育部的部分哦，全部都划线，再请部长看一下哦。因为我想问的是哦，就是说这里面哦。我们的促转的报告哈，明确结案报告中提到，教育部本身在威权时期就曾经协力参与情治机关在大专院校的监控哦。这个我自己在我个人的政治档案中也明确看到，教育部有非常多的角色哦。也就是说，我们这整个教育系统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人哈，其实当时是个所谓的加害者或者是协力者。所以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请问部长教育这个体系里面所有依法应该要移交的政治档案是不是都已经确实移交给就是档案局？跟委员报告那当然这个全面的这部分它一定还会持续在进行啦，那如果过去大家比较关心比如像政治大学的这个政治档案的这部分，那在之前已经这个转这个移交给促转会了。嘿，你说政治大学的是指哪部分的档案？当时他们有些政党的一些相关，因为那里面也是很多他们。你是说国民党就是我们马前总统朱立伦当主席移交的档案，是指这个档案吗？ 是跟政大合作的这个档案吗？是。有，然后现在是在政大还是在我们的国发会下面？
应该是在国发会，是在国发会下面吗？好，那第一个部分哦，那我待会儿第二题就问您这一题哦。我先问这个教育体系本身哦，我们先不谈国民党哦，党史会那个党史的档案，教育体系里面的政治档案，就说部长知不知道你们移交多少给那个档案局？这个我可能要了解一下。好，那请部长回去了解一下哦。那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说，也请哦指定专人哦，或者你们组一个小组彻查一下哦。如果还有没有移交的部分哦，因为只有你们知道自己有多少档案，好不好？哦，那这个部分是说我今天想问的第一个重点，教育部的部分。对，教育体系教育部的部分。好不好？好，就是因为这个部分，就是部长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促转会跟教育部相关的结案报告。好，那第二个部分，政治档案应该公共化。刚刚部长提到的这个部分哦，就是依据促转会的结案报告，那我们办公室搜寻新闻没有看到哦，政大拥有的这个国民党的就是签约的这个大量政治档案哦，他其实是不愿意移转给档案局，也没有开放应用，这是促转会的结案报告。反而哦，以促转会的语言哦，反而委托国立大学以政府补助的经费自己数位化典藏哦，而且我也去清查了他的阅读办法，一定要就是说一定必须要是学生哈，或者是研究公立大学这研究机关的成员，而且申请还必须要核准哦。如果是非学术用途哦，还必须要国民党也参与核准哦。所以这完全违反就是公开化的资格，而且也不能只能限制在里面阅览。今天我们如果是国发会下面的国家档案，像我自己就把我的档案都数位化的，就是哦，都用那个光碟片都给我了，是可以拥有的。哦，所以呢，这已经明显违反了促转条例第十八条哦，政党附随组织等等哈，应通报促转会，经促转会审定者，应命移归为国家档案，而且也违反了政治档案条例第六条哈，指定期间内移转档案局管理哈，就是你不移交就算了，明显违法。然后呢，政治大学哦，就是还哈。就是说遵循着国民党跟他签的一个私就是说一个民法的这个契约限制大家阅览还核准，我想就是说这个国立大学明显违反，而且继续得到我们国家的补助。那部长您个人的态度你怎么看待这件事？跟委员报告，这个是委员提到这个在结案报告，那应该是那个过程啦，因为那个过程大概当时我也了解那个哈，那现在最新的市长这边给我的讯息是，这个政大的有就是说委托的这些档案已正式移交国发会的国家档案，已经确定移交了吗？然后也会开放，就是说如同其他的国家档案一样，那个移交以后应该是由国发会这边来做。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新闻上并没有看到。报告一下。好，请简单回应我，因为还有别题哈。哦，我印象中应该是在111还是110年的下半年，促转会存在的时候，他已经进去学校，已经接管，而且经过审定，确实是已经纳入国家档案。好，好，那针对这个细节，然后开放的程度，是不是也能够给就本席相关的报告？委员，我们把那个过程跟委员整理后，跟招委说明啊。至于说后续的开放，应该会由国发会这边。来做后续的处理，因为档案已经他接收了。好，那我想也顺便提醒到，刚刚林义经委员哦，他的质询我们也看到哦，我们的国立大学哦是怎么样用一个民主的校务会议哦，甚至是学生在推动转型正义，然后用一个民主的校务会议通过一个非常不民主的附带决议说。这个国立大学校会议未来都不能够再讨论哦同向相关的事情哦，我想这些事情也都提醒部长，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改大学法，特别注意到大学自治里面哦，居然都可以做出违反国家哦促转条例哦相关的精神的这些附带决议哦。那今天第三题哦，这个也彰显我们的转型正义教育哦，真的就是说。就是不能再等哦，必须加速哦。那我看了就是部长讲的这个国家转型正义教育的行动纲领哦，我觉得值的部分哦也要提升，量的部分目前就是说非常非常的低哦。就是以值的部分，那依照促转条例哦，
其实政治档案还有过去不公的刑事案件都应该纳入转型正义的教育内容。可是在这职的部分，我看到你们的教案其实都并没有很明确的说要运用这两个部分哦。那刚刚陈培瑜跟吴思瑶委员也都有质询到，那我觉得蛮严重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量的部分哦。依照这个速度哦，就是涵盖的学校哦，我不知道据说再过二十年是不是能够涵盖率100%哦。所以是不是能够请部长针对你们刚核定的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很明确的就是在指标上兼具值哦跟量的部分都能够有更清楚的目标，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如何能够逐步增加涵盖率哦，就每一个学校哦都能够在他的人权教育中有转型正义教育的部分。是跟张伟报告哈，因为纲领还是比较大的方向了哈，这个也很审慎的经过行政院核定，这当然还有跨学校体系以外的。我们相关的人员，这个赵伟应该了解。那至于说往下就是执行面的这方面呢、我想从今天早上也很多委员，包括赵伟这边也跟我们在提醒哈、对于执行的在纲领的这个大的架构下，我想这方面我们会包含定出一些重要的指标，因为这个也比较未来检核成效哈、我想这个我们会先行。好，那这个指标希望能够有涵盖率好不好、就针对就是说校园本身至少应该要有涵盖率。好，这个部长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哈。好，那第四个我觉得跟教育部相关的，就是刚刚林怡景委员也有质询到的威权象征处理啦。好，那我再给您看一下哦。其实目前我们所谓的全国威权象征的分布哦，你可以看到学校是大宗哦，占所有全国威权象征的58.6%。我们常讲的军队其实只有占16.5%，也就是说，学校如果都不处理的话，全国到处都是威权象征哦。这除了伤害我们自由民主人权的这个校园精神外，其实对相关的受害者家属等人也都是二次的伤害哦。所以我觉得就是促转会的报告也有讲，就是教育部这部分哦，就是还没协商的比例高达85%，甚至比国防部高哦。我想那个部长哦，刚刚我也引用林怡景委员讲的，我们应该要清楚的说哦，就是让威权校园这些象征留在校园中才是政治化校园哦，我们应该还给校园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哦。那希望部长哦，就是也能够针对你们怎么样逐步哦民主哦尊重的方式哦，就是来推动，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时程跟做法好不好。那针对这四项，部长可不可以都给我那个书面报告呢？这四项 好，那多久可以给我书面报告？这四项我刚今天讲这四项那我们是不是两个月的时间？好，两个月没问题哈。有一些可能要把我们要说比较细致的规划跟委员做一个整理。两个月没问题哦。那谢谢部长哦。那我还有那个一分钟的时间哦。其实就跟次长部长请回。好，那我只请那个跟次长提一下。好，其实就两点哦。跟次长讲，首先我肯定你们的报告回应说，你们要把那个不易移植的法制化哦，要用专法处理。然后时程上就是这个会期会送交行政院。我们在拼这个会期，因为目前在做咨询，那就是看咨询回来之后那个意见会不会太分歧。如果不会太分歧，速度就会比较快。那什么时候可以到我们教文委员这边呢？送到立法院呢？在那之前，就是现在的我们的目标是今年的。暑假就六月的那个时候了，就是能够送到立法院吗？对对对，我们希望可以。好，那就是有机会我们在下个会期可以审查。好，那如果送来，我相信我们教文委员今天都非常的支持哦。那再来就是刚刚关于就是说国家人权馆这部分，那我们也觉得哦，就说他们做的教案不错，我跟吴思瑶委员有去那里访查过哦，那希望能够积极给他们更多的资源，跟教育部积极合作，让这些已经很好的教案哦，就是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纳入人权教育，好不好？这个我们一定会努力。好，那就谢谢次长，好，谢谢委员。谢谢范云委员的质询，那谢谢部长，请回。好，谢谢陈继明委员。再来，我们请邱志伟委员质询。好，请潘部长休息一下哈，先请这个文化部。
好，文化部先请文化部次长哈，潘部长请休息一下，邱主委委员对您很好。王次长，委员好，还有这个文资局陈局长。文资局局长哈，是啊，我们都是高雄人哈，所以对高雄的这些文化景观，特别是眷村，应该也大概都清楚了哈。陆海空三军基本上都在高雄，陆军在凤山，然后海军在这个左营。那冈山就是空军嘛哈，是。那都有眷村的这个建筑哈。那冈山这个跟凤山跟这个建业就是左营，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是把它过去在高雄县时代把它变成历史建筑古迹啊，嗯，所以它的位就很高，所以它要修复、它要维修，就有很高的标准，好、哦，要恢复原状，而且经费非常昂贵，非常昂贵，非常高。那凤山跟这个凤山黄埔跟这个海军的建业，基本上都它是一个建筑聚落哈、哦，它是一个文化景观。所以它不受到太多的这个不让维修啦，不受太多管制，比较没有受拘束。所以它可以以住代户啦，或者是用其他方式来保存哈。对，它的保存方式会比较宽。对，那现在利用的机会比较大。那凤山冈山的这个乐群村啊，因为它这个历史建筑非常庞大，那过去把它定为这个所谓古迹之后，我们把它慢慢要做调整，把它修复，就跟不是文化局，我也开过很多协调会，我想文资局陈局长也清楚哈、哦。我希望比照这个凤山跟那个建业一样，变成一个建筑聚落了哈。我也是希望它的再利用的范围比较大一些，对，是不是，而且它维修各方面也比较能够有多的弹性。那我们这个高雄市政文化局大概已经完成内部程序哈、哦，那市政府也有共识，所以最后要送到文化部来审议啦。对，因为最后还是要经过文资审议。对，如果把它变成登录为历史建筑，那后续的维修各方面就会变得比较有效率哈，会比较有效果。或是这样子哈，你还是一样是这个历史建筑物的话，它要维修是会非常困难。了解。好，所以这个跟时间赛跑，这拜托这个市长可以支持哈、哦，市长可以支持。基本上还是要跟文资审议的委员来做沟通。好，然后尽快让他通过，然后把它变成这个所谓历史建筑哈、哦。那陈局长应该很清楚了哈，接地列举起来哈，陈局长。我们开过好几次会哈，就是这个送到审议会里面啊，因为根据那个现在对文化部立场应该很重要，但也要这个尊重这个高雄市政文化局哈、哦，他们的这个沟通。我们会跟审议会委员。好，谢谢市长。那另外，冈山新生社哈、哦，新生社大概是国防部的主管哈，那国防部当然他不是文化景观的主管机关，而且他没有专业。那这部分呢、啊，因为你看这个，他也是一个过去空军的一个大会堂了哈。那当然文化局希望能够做保存，那保存的部分要做一些先做一些调研，这个经费啊，再请这个文化部来支持的哈，经费不多，300万而已哈。这我们会。对，就会是需要来支持啦，一定好，谢谢市长。另外，这个也在我选区哈，这个皇家国厝，它2018登陆历史建筑哈，这个部分也是需要经费的哈，那经费也不多了哈，那200万哈。了解。好，再请文化部能够大力支持哈，大概就是我选区只要几个重要的文化事项。好，谢谢市长，谢谢局长。现在请这个教育部市长请回。好，潘部长请。委员好，那个部长，购屋的购书的预算哈、哦，这个国中小过去怎么去编列这个购屋预算呢、哦？购书预算哈、哦，大家这个每人都要看书哈，但是都会看脸书。那我觉得要鼓励阅读风气哈、哦，所以我觉得要充裕国中小的这个图书购书的预算。以前啊，国中小的购书预算都是用结余款来买哈，比如说108，你们用结余款用316哈，109多一点到1413，110年就没有了，就剩7000多。那111年你们都没有了，只有补助偏远的学校。我是觉得这个你们应该要改变方式，要用公务预算，用编列公务预算方式来充裕国中小的图书。这个部长跟署长，你们看法怎么样？是跟文报告哈，确实我们本来对这个也一直都有资源来
协助地方政府补充中小学的这些图书啦，齁，我刚才所提的这个数字就是只要有机会我们都给。那过去这两年也真的我也知道，因为国教署的原来的预算本预算里面，因为都比较多资源到当时以缓济急的防疫啦，齁，所以在年度的结余确实比较不足，但一一还是很努力的把偏乡来支援。但是我之前也跟委员，因为我知道委员非常重视这个，我们也比较希望，我也请署长说，在尤其是113年，我们即将编列的预算里面呢，还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补助的图书的预算哦，比较避免说未来有一些什么情况。那我需要你要有一个承诺的时程表哈，就是说我经过去年12月有提出质询之后，我要求你们要编列固定预算来补助学校购买图书。那你们3月17号你们也表示要编列年度专款协助地方政府来编列这个购书预算。我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用年度的？如果就说比较明确的，一定是113年的预算的筹编过程哈。我想这部分我会请署长把这个地方，因为你结余款是变动的。我了解，我了解。好，那所以一定要用专款，然后你这个额度也不能太低，我就最起码你要5亿、10亿做一个。没有，这个要让我们整个预算哈，因为教育部还是有在一定的。是的，但是你去专款会比较稳定一点，而且专款额度也不能太少。我们有一个编列的基本哈，来做协助稳定。那当然，如果说年度还有，也可以在再增列上去了哈，只是说要把单项。所以你说113年度它就。不会再用这个捐款，一定用专款。在地方，你服务那么热诚，一定知道了吼。这个倒不是教育部把它扛起所有，属于地方政府也应该来共同推动阅读补充图书的责任。这个我是要表达这个意见。主席，我在25秒哈。好，我们绝对愿意尽力来协助，但不是说国民中小学的校数非常庞大。你愿意用专款，我就觉得很感谢的哈。最起码你裁员这个经费是预算是稳定的嘛哈。那另外，你图书馆设置跟标准，国中小的图书馆，它的占教学设备费用10%，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要落实了哈。你教育部去盘点一下，所有国中小的经费比例是不是有符合这个法规第6条？好，我这个提醒，谢谢。我们也盘一下哈，因为这也让地方县市政府也要一并的重视。好，我们在做这个补充的。资源哈，让这个你列入一个考评的标准了、欸。到底这个学校办学怎么样？好，我们来盘一下。啊，你们3个月这盘点一下，把这些国中小是不是有按照第6条的规定来10%的比例？那委113年预算筹编，我们会把图书补助的部分有一个专项了哈，但额度让我们来斟酌，好不好？谢谢。好，谢谢部长。那后续的部分需要的话，再跟邱志伟委员回应哈。谢谢潘部长，谢谢邱志伟委员。再来，我们请。郑政前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哈，我想先请一下文化部哈王政次。好，王次长哈。委员好。次长好哈。那个，我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了我们推动各项转型正义计划112年度经费系。明细表里面在文化部向下有一个不易遗址审定作业计划，它是用掉了2423000元，金额不是很大。可是我想特别去了解所谓的现在的不易遗址我们现在总共有多少列入我们的盘点出来的，有多少已经过的？我们现在就是潜在的不易遗址64处，已经审定了42处。审定42处，然后还有64处，是不是？64处。我这边资料多了一个地方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哈。有新增一个，没错，没错，我应该资料是更新的，没错，后来变成107处，没错。OK， 好，那我在想说我想问一个部分，就是对于这个不易遗址我们在审定这不易遗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周边的民众去做一些沟通，还是我们的委员自己决定哪里是不易遗址，就定那边是不易遗址？跟委员说明，目前的不易遗址是其实是在之前从处长会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名单。那现在所以在不易遗址里面，目前基本上是公有不易遗址。那对于所谓私有的不易遗址这个部分呢，其实还要在下一步的立法作业完成之后，才能够来确定怎么处理。那现在所以。目前的不易址的确定是透过它的全部都是公有的，私有的还没有列入。对对对，它是基本上是透过过去的历史事件来定义它的。
所以他目前还没有，然后也要跟委员报告，就是说现在不宜则审议，因为之前是本来是规划用所谓的文资条例去审议，那现在确定我们要推动的是专法，要把不宜址设立为专法。所以不宜址专法，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我们在六月份会提出来嘛，希望对不对？我们目前期程是排定，希望是在六月份。那所以这个专法当中，对于就是私有的资产是会纳入，也会一并考量。对，我们是要纳入，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这边要特别提到，为什么提到说，即使是公有的不宜遗址的时候，哦，是不是有跟周边的民众做沟通？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很多民众对于所谓的不宜遗址这个标签贴上去之后，对于周边的环境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有些民众其实是有一些concern的，所以我们希望方式还是需要跟大家沟通。对，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即使它是公有的，或者你现在专法之后要把私有的部分一起纳入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沟通很重要。好，因为我们就听到有一些民众，他们对于他们家附近有所谓的不宜遗址，他们其实有一些的不是那么认同。是呈现方式啦，其实呈现方式如果是以共识型的、历史回复型的，其实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负面。它其实算是历史的一部分。那所以 OK， 那我问一个，因为今天部长没有来了哈，我想问一下 ，CLAB 里面也有不宜遗址，对不对？可是我们 CLAB 里面的时候呢，空总那边的时候本来要做那 CLAB 部分，它里面台北市政府有三分之二把它纳入文资审议当中历史建物范围，那前部长他对这部分其实是有一点跳脚的。那我想要了解的状态，其实是新部长或者您现在政策如果代表新部长的态度的时候，态度是如何？然后我们对于空总上面现有的不宜遗址要如何去做处理？第一个就是在空总比较原来就是所谓的历史遗址的部分，那个部分我们还是会维持现状去做处理。我们比较大的 concern 其实应该是利用它的方式，因为现在这些例子跟文资的地点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它因为变成是文资身份而导致它的利用受限，这件事大家都觉得很可惜。尤其空总所在的位置是台北市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在这一点上。所以说，如果说现在公有的这些不宜遗址，我们在新法当中的时候，会不会要求在原本的地方，如果它已经被开发使用了，我们会不会要重新建立一些新的一些地标？或者是一些纪念的东西，要看每个案子不同的状况，但原则上我们希望这件事是被记录的，就是说不管它上面遗构在或者不在，希望大家能够辨认得出来，这里其实曾经在台湾的民主历史中发生过重要的事情。那但是处理方法上如何更能融入当地的环境，更能让在地的人能接受，这个是要个案去做讨论，个案去做处理嘛，哈。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次长，你知道我们立法院旁边的喜来登饭店，它也是不宜遗址吗？对，知道。所以我们到时候就会在喜来登前面做一个地标型的一个纪念的东西吗？我想不会那么粗暴的处理。任何的地标或者是标示的处理，我想在现代的建筑技术上都有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去完成，而且要让现有的使用者能够接受。那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去 okay, 好。那我们很期待哈，因为我在想说，当我们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转型正义不一直像这对的东西，我们都是在面向未来，对不对哈？我们要把过去的事情做一个检讨反省，重要的是我们是要面向未来嘛，对不对哈？对，主要是希望未来不要再犯。那我们就期待你们送出来专法哈。那我接下来想请教潘部长。谢谢委员，谢谢。次长请回，潘部长请哦。委员好，潘部长好哈。因为我在想说，跟我们今天的咨询主题有关的，就是我先问一个状态，就是台南市政府最近把原本的中正路改成了汤德章大道。好，然后也挂了一个招牌出来，可他又怕说大家觉得汤德章大道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他又写了一个原中正路。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没有，我不了解，不了解哈，不了解它的过程。好，因为这个确实哦，路名这部分的改制是内政部那边在处理的啦哈。那因为内政部它有一个奖励的一个机制，就是说你如果说移除什么威权的一个雕像啦，或者是改路名啊，干什么改名的状态的时候，内政部是有给钱的哈。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哦，因为全国哈用中正这两个字就是来变成校名的，总共有多少？你知道吗？我们这边我有初步的资料统计啦，哦，从小学到大学大概有28所，小学到大学有28所，我们的资料感觉差距很大哈，我这边得到的资料的时候，以中正为名的，公立学校以中正为名就有29所，一所中正大学，3所高中职，好，然后国中的部分的时候呢，有7所，小学的部分有17所，所以像
应该28所。总共有29所啦，哈，那差距一点点，我觉得没有关系哈。那我就是在想说，如果说有些地方政府他们在推动这样的更名，教育部有没有打算这么做？跟委员报告哈，当然从促转条例里面啊，对于象征威权的不管是一个塑像啦、雕像啊，或是比如建筑物等的名称啊，它确实是有个规范的哈。那对于教育部这边。我想对我们在持续过往是也都比较希望能够进到学校，尤其它也是一个民主教育的历程啦，所以在这样过程当中会比较以这样的方向。所以教育部也打算推动更名吗？校名的更名吗？喂，这不是教育部要不要，这个是一个促转条例下，只是我们希望教育场所是一个场域。那在这个过程，其实过去这几年也有很多学校它陆陆续续也在这上面经过了一些讨论，也做了一些处理，或学校在做校园环境的整理过程当中，也做了一些处理啦。哈，这个是现在有多少以中正为名的学校有提出来要更名？就你知道的，这个详细我可能要了解一下。好，那到这跟本席沟通一下哈。那我想说，因为事实上，台南这个汤德章大道哦，就是变成原中正路哦，在网络上骂声一片呐、啊。大家觉得现在很多民生的议题都没有处理得很好哈、哦，然后现在在处理，一直在处理这样的意识形态问题，民众其实反应其实并不太买单。我觉得所有这种动作都需要跟民众做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哦。好，那我接下来我特别刚刚有特别提到说，我们刚刚在讲说转型正义这部分，其实就是希望说能够对于。民国34年到81年，因为我们的那个期间很清楚被定下来哈，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部分就能够检讨过去嘛，反省过去，然后面向未来哈。那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很特殊的案件，就是卡管案，台大卡管案。我想请教一下部长，你看过这本书吗？那我只有在媒体看到部分的内容，你没有看到内容嘛，对不对哈？那就是有他们部分我细部内容，你有看过吗？没有，没有哈。那我想这边我简单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应，因为这就是当事人前台大校长管中闵他所提出来大学的脊梁哈。那他记录了2018年卡管案的始末，好，那他里面你也是当事者之一哈。可是我发现管校长对你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怨言跟抱怨。他认为你在2018年4月14日的当中的时候，自己自动请辞呢。他觉得哈，很可能是你受到了上高层的一些压力，然后你不忍痛下杀手，好，所以你自己自我请辞。所以在后续的风暴当中的时候，你并没有被直接卷入。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要说明的地方？然后你当时为什么会自己自动请辞？委员，我当时请辞是因为作为全国主管教育机关的首长，当时的一些教育上面的这个事件的一些问题哦，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疑义啦哦，各界哦，这个在整个遴选等等的议题，但是我发现已经整个对教育产生非常多的。这些大家把焦点都模糊掉了，然后那么因此呢，我想我应该负起政治责任，觉得造成教育上的这些不能稳定的发展，作为全国教育主管机关的首长，应该负起政治责任。我所辞职的理由是这个。OK， 所以你并不是说啊，对于行政部门干预大学自治这部分，你有一些更高层次的看法，还是只是针对行政的部分？我应该要这样子讲，那是一个在。对于这个校长遴选过程的历程，哦，那历程当中，主管机关当然也会面对各界所提的问题。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已经造成整个社会把一个焦点变成一个事件，让教育产生没有办法。包含当时我想各界的关注啊，我觉得我是应该在这上面呢表达出我的立场。好，所以你立场就是自动请辞嘛，哈，因为。坦白说，在那几个月当中，台湾的教育部门发生翻天覆地的动作，哈，连续3个部长换掉，哈，然后中间有3次的一个代理部长，哈，就在短短的期间当中的台湾的教育部门就是乱七八糟一片，好，乱七八糟一片，好，那我只是从这书中当中我看到一个情况是，管校长对您这边的时候，某一个部分是抱持了一个相对肯定的一个情况，因为他点名出来的那些他觉得破坏了大学自治或很可能会破坏大学自治的人，其实没有点到你，哈，那所以我这边某个部分也是对你产生了一个肯定，因为你自动请辞，他认为某个
个部分你是对于大学自治还有维持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尊重、哦、跟一个格局在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哦、所以我这边也要特别讲的一个点是您在卡管案的时候一开始是你，最后面在接教育部长的也是你，那我们在强调就是所谓的转型正义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对于过去历史发生的事情能够汲取教训进行反省，对于未来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能够更好的一个去保障跟维护、哦、那么在卡管案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司法的不公，行政的不公，就是各个政府国家机器的强力的动员，可是我们在这当中似乎也看到一点点的曙光。部长，我要讲的状态就是您在这过程当中您自动请辞的部分某个部分就太代表一种态度，所以我认为说如果有一天在你要下教育部长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可能对于2018年台大卡管案的时候呢给予他们一个平复的一个机会，对于台大跟整个台湾的高教甚至于管仲敏校长他所碰到的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我们现代的一个转型正义？我跟委员报告、那个、我有机会稍微让我补充一下、那个再回到教育部来为教育做服务，我想我也很珍惜，因为我的本初衷就如此，所以对于校长遴选这个制度，我想我应该也注意到、我在回任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工作是把过去我们为什么是会造成在遴选过程当中的一些疑义，作为校长遴选办法，我们收集了多项意见之后，有做了一个整理了哈、这是一个政务官对一个政策制度应该要负责的态度，所以后续我们也发现到不管几个大学的遴选，国立大学的遴选哈、也都比较能够有一个比较公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啦。好、哦，这部分我是跟委员来报告。OK 哈、这是我部长理解啊，因为我在想说，我们在讲转型正义，主要讲1934年8月15号到1981年11月6号，因为时间定义出来了。可卡管在2018年哈、可它很典型是一个行政部门对于大学的一个不公不义的一个行政对待。那我们希望部长也许能够在这事情当中有一个更具正面跟格局的一个做法。好，好，谢谢部长。如果后续有需要再跟郑委员沟通哈，谢谢潘部长哦，那也谢谢郑政前委员的质询。我们再来请游玉兰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有请潘部长，请潘部长。委员好。部长，在蔡英文总统担任总统8年之中，您两度就任这个教育部长，是我们宜兰人的骄傲哈。谢谢委员。其实我也要针对大学自治以及刚刚这个郑政前委员所提的这个大学的脊梁这本书啊，有一些章节上面的一些跟教育部相关的问题来向您请教了啊，也让您有机会来做个说明。因为这本书一出来其实是轰动武林啊，惊动万教啊，现在在所有的畅销书排行榜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拔得头筹啊，我们要买都不容易买得到啊。那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台大校长遴选的过程之中啊，教育部是有指派的三个代表，当时的次长也是现在的考试委员姚立德先生，他是全程参与啊，他就等于是教育部的代表在里面。那还有教育部长啊，前教育部长郑瑞成跟这个中研院的郑淑珍所长啊，如果有问题，因为那个委员会遴选委员会应该是采合一致的啊，那在遴选的过程之中有问题，应该教育部代表就可以当场提出。那为什么当场如果教育部这个对于这个他的遴选的结果认为不合法，那哪有这个教育部的次长在现场是认同这个决议的道理？所以部长，是不是教育部从头到尾都知道遴选没有合法的问题，一开始就是在找茬？我应该这样子说哈，我刚才回应郑委员的时候，我有说明哦，我有机会再回到部里头，我也看到对台大校长遴选啊、管校长这个遴选的过程当中，在
一些啊，我们可以让这样的一些讯息或制度上做整理，这也是我认为对于一个政务官应该要对政策的制定啊来做一个检讨了。是。那对于在第一次这个管校长遴选案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外界非常多对于资讯的透明公开人员的参与啊，确实有很多的疑虑。那这个疑义事实上教育部是希望能够，因为大学校长对于这我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遴选呐、啊，对于这些疑义，其实是有希望这个台大遴选委员会或学校这边或管校长本身来提出这些疑义的说明哦，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啦哦，那这些可能在过往遴选办法当中发现的缺失，确实是比较模糊的啊。我自己当时因为我想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结果本来从厘清，但是变成一个大家对于教育上非常不稳定，所以我负起政治责任。那有机会再回来，我就觉得我应该针对这方面来对于这些啊做了一些检讨了，也做了一些调整。好，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啊这个书上就写的，说是赖清德不支持哈、啊，所以你只好辞职啊哈、啊。那其实大家都对你的去职都觉得是真不甘了哈、啊。不过这里面呢、啊，这个在书里面呢，在第243页哈、啊，他特别提到的有一段，就是陈维昭这个前校长哈、啊，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对于当年的对话记忆很清楚，特别是有关地检署约谈这个遴选委员一事哈、啊。结果他说，哎，这个是他在跟这个蔡总统会面的时候，那蔡总统马上就讲出说，啊，地检署只是以证人身份帮忙了解而已啊。啊，这样子就说明了，其实蔡总统自己在把管案里面他的涉入之深啊，对于到底要用什么名义约谈什么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蔡总统他一直说他是没有政治力介入，这个是托词啊，这个书中这个指证的历历。其实我觉得教育部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其实大学自治攸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也好，我们的未来也好啊。如果这个司法可以如此啊，这个为政治而服务，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教育的隐忧。部长您的说法呢？这个跟委报，我这本书我没有详看内容了，我也没看到内容。我把你引出来的，对。当然，这个当时就是说书中所陈述的这些内容，跟这个实际发生的情形哈、哦，这个我比较没办法，因为我没有参与，也不了解。但是他们敢讲出来，陈维昭哈、哦、这个校长，我相信这个他们都有所隐居了哈、哦。不过我还是很希望啊，部长您作为这个把教育当成置业的哈、哦，然后有幸可以二度再回来，你刚刚讲了我。其实蛮感动了，你看到这过程之中有什么问题啊？你回来之后负起责任来，也帮他做了一些修正。我们还是要继续要捍卫大学自治啊！是，我想对于政治跟司法的介入什么，一定要坚守原则。我应该说，我第一次为什么要负起这个政治责任？我觉得那种疑义啦、信息的透明等等的，也曾造成各种的这种疑问或纷争。哦，所以我说要从制度面上去检讨，这是政务官的责任。对，那这个确实也检讨之后，我们也发现到，对于各大学在遴选各方面呢、啊，它能够按照这些来依序，好，依照学校的自主来做成。好，谢谢。那最后就提醒一下，因为有前车之鉴哈，所以我们对于比如说廉政署的办公室要入住这个中兴大学的校区里面哈，中兴校区里面，我觉得这个要三思，一定要三思哈，因为我们已经都要求这个司法啦或警察都不能够进入校园了哈，但这部分让他们常住在这里面，恐怕会有一些疑义，还是再考量一下好吗？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潘部长请回啊，谢谢尤玉兰委员的质询。再来我们请邱显智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想请教育部潘部长以及文化部王次长。有请潘部长跟王次长。
部长好，市长好哈。部长，首先哈，我想要这个援引一下这个德国的海德堡的研究员 Christina Schadler 的文章哈。那他在这个去年也来到我们东吴大学九个月，好，那研究台湾的转型正义工程，好，那他的这个说法，哈，他从他的视角来看我国的这个转型正义工程的进度，哈，那我相信啊，这其实蛮有代表性的啦，哈，因为一般的这个学界在讨论我国的转型工程的转型正义工程的时候，从国外的角度来看，哈，尤其是德国人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哦，那他的说法就是说，处长会现在解散嘛，那移交给这个各部会的同时，那许多的研究者跟 NGO 啦，哦，都是非常担心也非常存疑的，也就是说台湾的转型正义工程是不是能够在这样跨部会，而且有教育部、有文化部、有内政部、有法务部等等这些部会下面完成，基本上是存疑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在文末的时候也提到说，2024现在选举要逼近了，那又特别是又有总统大选，那所以很难想象这个会有任意的一方的政党，哦，会专注于这样的转型正义的工程，哦，那我想先请教部长跟次长对于这样的一个学者的看法，那你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想我跟委员报告，如果就我了解的部分呢，哦，当然促转会他本来就有一个成立一个时限啦，哦，这个委员也都知道，那行政院只是依法来做这个处理，哦，那至于现在虽然各部会有分工，哦，从这个条例的11(1)(2)里面都可以看出来，但是行政还是有一个由院长担任召集的。那部长我直接问你啦，哦，教育部会不会持续的推动台湾的转型正义的工程？那因为教育的部分，我们就已经连行动纲领都已经奉行政院核定，那就是以后再推动转型正义教育会继续做嘛，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存疑嘛。会啊，好，哦，好，那次长，文化部会继续推动台湾的转型正义工程吗？跟委员报告当然会，因为这个会期我们也都有既定的行程在做安排。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哈，如果会的话，那也要让大家相信真的有要做的这个态度。好，你要做一件事情跟你不要做一件事情，这个要认真来做，态度是不一样的嘛。那不管是国外的学者，不管是台湾的所有关心转型正义的这个台湾人，哦，或者是这么多的这个受难者家属，也都眼睁睁的在看看政府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好，那第一个部分，哦，我想请教次长，之前我在这个史哲部长上任的时候，我有咨询过他说对中正纪念堂的态度。那部长表示说，部长就在这个地方，他说民进党执政七年来，有形的完成度上进展不多。我整个傻眼了，啊，有形的完成度已经七年了，进展还不多。那这样的话，社会共识的形成，是我知道你的标准答案嘛？我要讲的是说，我要问的具体一点，就是说现在剩下哈，哦，这个不到一年的任期的期间呐，啊，哈，哦，那特别是说部长还在3月20号在政论节目上面表示说，修法都会因为选举的压力而绑在一起，哈，哦，那我想请教次长，是否已经文化部有跟新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研讨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组织法上面的修法的期程，有去谈吗？跟委员报告，这个基本上目前是由转型正义汇报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文化部完全没有跟院长去讨论说这个修法的期程，要跟委员报告，因为他基本上是由汇报来处理，那汇报会在3月底就召开，所以那个时候院长是势必一定会亲自主持这个会议，所以目前我们是跟人权处跟政委共同来讨论，所以就是3月底的时候院长会跟文化部这边讨论这个修法的期程，会在汇报上面形成这个决定。那文化部现在目前就是积极的在准备修法这个组织法的条例。处长，我现在其实是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七年过后，哦，某一位的这个文化部长站在这边又说有形的完成度上面还是进展不多，哦，那会不会永远都在原地踏步啦？委员报，这基本上就是文化部就是努力的在推动这个共识形成的过程。我必须要讲一下啦，哦，就是说转型正义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工程，哦，
那其实在319上周齁，中义仁老前辈享受102岁。过去他在1947年的228事件的时候，由于陈仪政府的贪腐齁起身反抗，然后遭到逮捕齁，那他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嘛齁。那我现在就是想要请教两位啦齁，还有多少时间能够回复他们的正义？那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说，当初的加害者还被簇拥在台北的精华地段，像德国的希特勒的铜像一样高耸在这个中正纪念堂，这是完全令人无法想象的嘛？所以我们现在这样你可以接受吗？所以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就是在推动这个组织法定位的改变。那在之前我们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社会沟通的工作，包括现在整个空间净土也已经完成到一个阶段。是的，我必须要提醒你哈，民党执政七年，沟通了七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决定。请问有一个审判是永远都不用判决下来吗？好，那我主席您站起来哈，我讲一下这个了哈。部长，你可以看一下，从2022年9月13号到2023年3月7号，这还是我们去要求能够提出的资料。部长，你可以看一下嘛。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去做持续的做转型正义的工程的话，对不对？那教育部目前需要去移植的这个威权象征有144个，好，部长，为什么只移除10个？跟委员报告，请给社会一个解释。是，我想这个因为校园本来就是一个教育的场域了，所以当时也确实我们希望在校园中能够对这样象征权威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透过讨论，这还要有共识，对吗？请问是哪谁跟谁的共识？谁跟谁的共识？为什么达成率才7%？这是法律规定哎，部长。为什么教育部会主责在促转条例就是社会共识？法律已经代表国会已经通过这个法律了，你依法行政，结果你再告诉大家说你的这个达成率才7%，部长这说得过去吗？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威权象征，这是对我们的孩子们做出什么样的示范？这个过程如果在教育的过程能够让学生知道这个曾经台湾在被威权统治下的这一些造成了多少伤，这个其实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啦。所以你的主张是要都不要一致吗？没有，我对啊，不，你立场要讲清楚啊。你如果不要一致，你就要告诉大家啊。我讲的是对不对？那你今天跟我讲那个教育的历程，我现在推动的进度是什么？在这边统计做什么？好，比如说立法院，人家一个人家已经完成处置这样的统计，你现在的问题是说你有144个，结果你只完成了10个，你剩下那些都没有完成嘛？好，因为次长，那我问一下次长啊，好不好意思，次长，文化部的状况也是一样啊，你看这张表啊，文化部的状况，那为什么剩下那7个不要完成？那七个难道说跟你说中正纪念堂要高度争议、高度共识、要凝聚共识七年了？好，那剩下那七个嘞，为什么不完成？移除这些威权象征的方式仍然是透过民主的程序来完成，所以它的确会比较花时间。所以，但是这个推进的路程从来没有停止过。那要多久？要凝聚多久？这个七年了。是不是要凝聚多久？书面回应，因为已经超过三分钟了。次长，我在最后问你题啦哈。自己规划的期程，文化部自己规划的期程，业务的期程，大家关注除了中正纪念堂跟这个威权象征之外，文化部列管还有不义遗址的监管发布跟研究，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期程都已经规定说，像这个发布不义遗址监管的这个补助作业要点，发布不义遗址审定作业要点这个规定，跟提交不义遗址作业研究潜在的不义遗址研究报告，市长，这个是在去年跟今年就要发布的事项，请问可不可以公布？是不是后续书面回应好不好？因为已经超过了，可不可以？好，没关系，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发布？我现在主要是先把专法立完。没有，这是你自己定的期程啦。我要说的是，这是你自己定的，你自己看一下，这是你自己定的期程。现在是去年就要完成这个补助作业要点。跟这个不义遗址的审定作业规定，主要是法制的作业没有完成，它的依法的依据就会变成有问题。那你什么时候要完成？我们再跟委员做回复。连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也是一样，提交不予遗址做法制作业研究跟潜在不予遗址研究报告已经进行了，所以才已经完成了，所以才会好，那是不是所以才会改成、這個、是不是可以一个月内公布？就这三点，一个月内公布。我跟委员都回复，已经超时五分钟了，是不是后续书面回应？ 好一个月，一个月内公布可以吗？因为你的已经慢了。我们再跟委员做书面的回复，因为我们像研究报告是已经完成的，所以它其实有不同的内容。我们连一个法制作业研究不宜遗址的法制作业研究跟潜在不宜遗址的研究报告都没有完成，二月已经公布了研究报告，法制已经研究完成公布了，法制作业研究跟这个不宜遗址研究报告已经公布了，法制对吗？都已经完成了。那个邱委员还有好几位委员正在排队，因为超时六分钟了，我要让他确认说他是不是会去做嘛，是是因为。你跟我讲说你要继续做转型正义啊，但是我要知道你的态度在哪里啊，你这是你自己，你自己的期程是这样写的啊，你就按照你的期程来做嘛，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卑微的要求。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会尽速公告。我在要求一个非常卑微的要求。不是委员，我刚刚说明我们已经完成，但是公告的期程不是只有在这里承诺就一定会就会好，所以我一定需要那个比较严谨的。我超时六分钟哈。好，对，好。那个两位请回啊，谢谢邱显智委员的质询，那再来我们请陈娇华委员质询。谢谢招委，请部长跟次长。好，请潘部长跟王次长。委员好。部长好。今天我要先请教一下部长，我们教育部就是在各级学校就是会有这个户外教学，对不对？是。那户外教学我们会有去所谓动物啊、动保啊、文化啊，或者是环保哈，各个园区去，对不对？这个会由学校来安排嘛，所以我们教育部是支持的嘛。我们支持户外教育啊，但是教育的场域啦、选项，这应该由学校来决定。好，那我现在要问的就是文化部哈，文化部这个就是在台南铁路地下化，就是有蛮多的这个文化遗址哈被找到。那我先请教部长一下哈，就是在这个环保园区哈或动保园区，刚刚我有跟部长提到哈，那但是如果是这个动保园区跟环保园区设在垃圾场旁边，教育部这边会支持吗？那委员，这个设置教育部可能比较不方便去说，只是刚才委员提到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现在环保单位哈或者是一些动保单位动物单位，各地方政府哈，那教育局都没有意见，就是会去支持啦。那我觉得这个蛮严重，因为像这个垃圾场还在营运啊，然后也多次发生火灾，好，然后旁边有堆置焚化炉底渣这些物品，好，所以如果说做户外教学的时候啊，这些底渣会飘啊，会有吸入啊，那甚至动物，我们今天在谈人权啊，我也顺便要表达，就是说如果做动保园区，这些动物啊住在这个焚化炉底渣旁边也是会吸入一些重金属，所以我是请教育部重视，就是地方如果说各级学校，甚至大概会比较多的是这个中小学啦，就是说做这些户外教学，那这个园区的参观，好，教育局也要表达意见，如果是在垃圾场旁边而且还在营运中的，有刚刚的情形，能够表达一下意见并不是非常的适当。部长好，那个跟委员报告哈，当然户外教育，我刚才跟委员报告，我们政策上当然支持，因为那也是孩子很好的，是好啊。至于我们也有一些行政上的指导，户外教育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包括安全呐、教育的意义等等的哈。那至于那我现在先举出两个案例了哈，一个就是南投的鸟嘴潭在草屯哈，这边就是草屯垃圾场旁边有一个环保园区，然后在学甲台南市学甲这边要做一个动保园区，那就在垃圾场旁边。那请部长了解一下，跟地方的教育局好不好？好，先这样。那再来，我请问文化部次长哈。
次长，我们我在这个上礼拜去现勘哈，这个台南铁路地下哈，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遗址哈。那现在一个问题，部长你可以请回好了哈，部长就是好，现在发现就是19个那个发现这个遗址的。那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啊，因为在很多县市如果有发现这个文化遗址的哈，如果是地下的古物哈，就会由考古遗址委员会哈来做这个会勘审查，但是台南市政府竟然是请古迹历史建筑文化资产委员会的这个委员去啊，哈，所以这19个这个发现的有这个遗址的地方哈，像你看这个仓库。好，这个是在新营火车站的旁边的仓库，哈，有非常多的这个挖出来的遗址，但是都没有列册，没有列册，就说以后他们被当作这个垃圾丢掉都不会有人管的。那主要我其实是很痛心啊，我们文化部为什么会让地方的文化单位、文化局去做这样的决定？然后让，哈，让本来应该是啊这个考古遗址的委员会，哈，那我后来有问这个成大的这个刘一昌老师嘛，他当场也表示，我们文化部也请他去，哈，现场说明，他在台南市啊，他没有被邀请啊，他没有被邀请，所以这些没有被列册的这些非常重要的文化古物。未来就是可能就是都不见了，而且19处哈，那其中刚提到的这个圣宫女中的这个哈，有2000多年的这些出土的这些古物，也都没有列册。好，那几位委员在现场就说：“哎，这个不用列册，然后依法就成立了。”好，我刚刚在监察院的秘书长在司法委员会，我也跟他们抗议啊。监察院要不要调查？我们文化部要不要负责啊？那应该是他们那地方的文化单位这样子乱来，那应该是他们的古迹遗址审议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啦。是啊，但是我现在要请教文化部，我们可以任由地方的古迹历史建筑文化资产委员会就这样子乱来吗？但不用去，不用去提出你们的看法吗？但地方政府来邀请成立的这个古迹遗址的委员会，基本上也是这一些文字。我问遍了桃园、台北、台中，我们其他些地方政府是不会这样。你要赶工程，你也不用这样啊。我想还是要求他们用法定的程序来进行。那文化部可不可以有个态度啊？可不可以有个态度啊？国人非常多人，这个花钱到日本、到京都去看人家的古物，我们自己的古物就这样子乱丢，这样行吗？我们还是跟台南市政府再来做确认，看他们的整个审议的过程是不是足够严谨，是不是找到的专家学者是可以有代表性了。这个部分文化部可以做到吧？还有一些还没挖出来的，文化部会跟台南市政府来，是不是可以至少你要先完成文资身份，如果有列册的也是要先完成文资身份再去处置。这个会请台南市不要草率的就去表达说这个不用列册可以吗？好，是不是后续那个书面答询好吗？好，因为已经超时了，再多给我一分钟了哈，那个我不会很长，你已经超过2分钟了。对了，我再一分钟就好，那个，我真的很痛心的，我们这还是请我们文化部按照既然就放任这样地方政府的文化局这样乱来，好，都不用列册，列册的也不用先进行文资身份的审议。那到底哈，教育部部长你坐着就好。好，我们可以以后有很多文资的东西，我们可以做户外教学，我们不用大家都要到日本京都才看得到有所谓的世界文化遗址的东西。那个后续书面答询这样对吗？拜托文化部，我会再用书。好，市长，我看你是很认真的，拜托可不可以用点心在这个案子？我会依照要求台南市，拜托可以吗？我们会这样，我们会要求台南市是我们的文化古都，欸，我们对文化的遗址是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草率的。我会这个后续用那个书面答询好吗？谢谢主席，谢谢那个陈娇华委员，谢谢那次长请回。好，再来我们请张齐禄委员质询。
好，谢谢张伟。那我们先请文化部我们王次长，好，谢谢。好，请王次长。好，次长好。那个次长，我想今天我们招委排的这个专报，我们最主要是讲这个处长业务的移交哈。先就您这个部分，我们先请教哈，就是文化部这边是负责就是这个保存不易遗址，还有政治档案研究等等这些哈，这是你们被交付的任务。好，那我们就来到哈，这个当然先请教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当然，今天大家都在垂询这件事哈，就是中正纪念堂这件事。那我们这样讲哈，就是比如前几任的部长，比如说当时郑部长的时候也说得很明白，说去中正纪念堂不是为了追思这个威权统治者。那李部长当时也说，这个铜像跟堂体是一定要处理。那后来当然我们现在又有这个新的禁图哈，您当然都很清楚。那现在又感觉说，哎，有些民间甚至也表示说。这个处置也未必是完全是都是移除，甚至也有很多的这个创建，说用空椅来取代，就是说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转型正义这个，尤其在处理中正纪念堂，不管等一下更细再讲堂体也好或铜像也好，就是说这个总体的这个看法现在有没有平衡？因为这看起来跟前两任部长好像，前两任部长比较希望就是真的都不要了，好，那现在新的史部长上来，您现在觉得这个态度上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这应该不是因为部长不同的见解不同，应该是说我们在行塑这个社会共识工程的时候，是可以收集到比较多的意见。那这次因为在净土的时候，的确有不同的意见，但不同意见也包括移除的，也有说整个移除的，也有甚至说有要拆解的。现在部里面大概怎么看这种新的这个看法？对我们来说，还是以移除为主啦，是不是？对，对我们来说，就是重要的是我们啦，重要的不是这个铜像啦。当然，他们是建议嘛，所以只要能够让这个威权的统治的历史能够被理解，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未来不再犯，所以那铜像理论上还是站在最好是拿掉的立场。对，我们基本上希望是移除。OK 啊，没有关系啊，就我觉得说小说清楚就好。好，往下哈，这个当然部长已经讲了说去个人化。去个人化，跟这个改名，这是一定必须做的哈，我们也非常同意了哈。那现在是这样请教一下，当然它涉及的问题就是这个哈，双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个文字的这个问题了哈。大概这是一个比较核心，所以如果从次长刚才这样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堂体跟铜像，尤其是铜像的部分是拿掉了哈，一定是要。我们朝这个目前是朝这样的规划。那堂体部分的话。那怎么看这件事？堂体的部分基本上是希望利用空间改造来卸除它在威权统治上的这个象征的这个意义啦。那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一个？我就直接往下，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个古迹认定上，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是前政府不管是这个马总统或者是郝市长他们时候把它认定的，当时当然他们这个认定的这个基准是按照这个古迹指定及废止办法在1995年的时候的那个之前，他们是大概在修，因为我们后来108又修过法，市长怎么看？就是说当时他们用的那个标准，后来修法已经把它拿掉了嘛？目前因为它还是所谓的国定古迹，所以如果要变更堂体的建物本身的话，它还是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计划，不管它是维修的计划或者是改变的计划。因为当时你们当时他们认定古迹的那个基准是在这个古这个办法在比较是旧的那个状况，就是它有一个第二条的第二款那边嘛，是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嘛，对。那现在这个已经被修法掉了，那你们有考虑过？因为认真讲，这个堂体真的算是古迹这样好吗？这样认定，这个当然是可以来思考的。对啊，非常谢谢委员的提醒。就今天，既然这个新的这个办法，我们也修法了，有新法了。是。那你现在，因为我这边为什么在列出第七条？第七条也有废止的这个方式哦。好，如果说他已经失去了那个当时的。母法的这样子一个依据的话，对，那这个堂体是不是也认真思考一下，好不好？我们都是谢谢委员，我们会纳入，因为我们也的确在规划接下来，如果一旦要改变它所要面临到法规的进程，对，因为我们在法制上不是说没有解套空间哈。好，那现在往下，那当然就是关于最后这个场域，其实有很多的想象，有没有认真思考过？
其他的，我坦白讲，很早以前我就讲过，说不定那个场域盖社宅也是很好的事啊。其实这些方案在整个净土里面，跟在之前的愿景工程里面都有提出来。是。那目前现在就是说，必须在组织法修订定位先改变之后，它才有办法进行实质空间的改变。那也如委员。其实在荧幕上就有提到，目前大概有几个主要讨论的方向，包括一开始的所谓的民主园区，或者是后来的总统历任总统纪念的图书馆，或者是台湾建设纪念馆，但这几个方向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在社会上讨论跟集中度比较高的几个方向。好，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凝聚那个更大的共识了哈。但是当然要你要问我个人，我会觉得说，其实现在这种民生的也是很重要。其实那个算是精华区没有错，但是谁说那个地方不能给？更多年轻人在那里使用，对，包括像 NGO 的使用啦，包括国会的空间都有提出来。好，那最后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在您这里，就是说我们现在移交之后，当时说有42件哦，但是后来看你们的进度，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进度哎，移交过来，你们这边主要能不能解释一下？对，跟委员说明了，主要就是因为审定的法律基础没有确认，因为一开始是希望利用文资的身份来审定，那在文资的身份审定上其实遇到了困难，所以现在我们改用专法的方式。那如果用专法，它的审定速度就会加快。那也跟委员报告，我们一定要在115年以前完成所有的，包括潜在的不宜址的审定。好，那这个我们会支持哈，我们也希望这个。院版或者部这边的这个不宜遗址这个专访能够尽速，谢谢委员。好，谢谢。好，那先请次长下去休息，我们再请潘部长好不好？谢谢。好，次长请回，请潘部长。部长好，对部长好，因为还有一个部分是涉及您这里的，我们就一并了哈。那部长这边的，当然在教育部这边移交的这个是转型正义教育哈，这边的问题比较简单，部长好怎么看？因为有一些基层的老师是反映这个不太好教哎。你怎么看这个反应？就是说他们觉得说，不小心教成，因为就有人说，你这是不是在意识形态啦，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怎么去让我们的老师有效的去教这些事情？部长怎么看？是谢谢各位哈，我想这个确实我们还要再努力，让第一线在教学的老师啊，也有更多的资源来做协助哈。所以像教育部也就跟文化部。会合作，包括人家国家人权博物馆这边，他们也发展很多的教材跟教案哦。对，那这个确实是可以补充，让老师来进行。那我也跟赵伟报告了，其实在过去这些年，我们推动人权教育，赵伟如果有机会来看一下中小学很多教科书，其实也对于过往啊在台湾发生的相关。的这些事件议题，其实在教科书里面现在也有一些呈现。对，我们只是说提醒，因为就是说老师要能够有效去教这件事，或者甚至因为这已经有基层老师在反映，他们知道觉得不好教，或者也怕说人家会说质疑他们说你是不是戴进有色眼镜或是意识形态。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协助老师这一端，请部长来协助。是是，这部分我想我们要持续来努力了。是，谢谢。因为这一次教育部在组织上面的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其实赵伟看了几个面向里面，对于有这个这方面，是我们要来持续努力的。谢谢部长哈。那部长您刚刚已经提到这个行动纲领哈，我们刚刚也在看这个纲领。那我也还是最后的问题，就是请教您，因为现在当然也有个问题，就是说高中的那一段到底要不要谈这个白色恐怖这件事？是现在这个想法是什么？因为没错哈，在国中那一端是 OK 的哈，那但是到高中这一边反而没有了。这个概念是因为国中教过了，所以高中就不用再谈了吗？还是说觉得说这个地方要怎么样谈这件事？应该说要回到108课纲的设计哈，社会领域里面啊，其实把过往我们一直都一再重复的那种概念哈啊，其实这次的编辑里面有去考虑过。是是是。那另外一个比较核心的想法是。当他用一个主题式的时候，是让学生做思辨了。其实转型正义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以目前108课纲对社会领域的设计啊，其实最能够达到这个效益了。那所以这个108课纲这个高中历史这个阶段，就是不用再明写这个像白色恐怖事件这些了。我应该他并不是这样，我觉得说他会是在进阶去做这方面的讨论。他我就说他编辑在过往跟。以往社会领域编辑的方式，那会不会被人家去解读说，那其实如果我要去曲解他的话，我就说对啊，那我就干脆不要去。因为我跟你说，高中部分完全没有碰触到这个吗？对，你在这边呢，我们把你列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国中的有
不过但是你国中也是一堂课的时间嘛，哈、哦嗯，那高中却没有修，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哎、欸，这个我详细盘一下，再跟再请同仁跟赵伟报告一下。对对，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这个课纲因为这些议题有一些它的一致性嘛。这些本来就是在课程里面，我说已经进到教科书的讨论。哦，只是刚才赵伟你提醒那一段，我再请同仁谈一下，再让赵伟了解。好，那最后我们当然希望哈，当然过去当然处长会已经做蛮多了哈，那我们还是期待文化部、教育部后续很妥善的来处理这件事。好，我们继续努力，那就请部长跟文化部了。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主席。那个潘部长请回哦，那谢谢张其禄委员的质询。那再来我们请廖国栋委员哦不在，钟嘉宾委员请质询。主席、在场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主管官员、会场工作伙伴、媒体记者女士、先生，有请王次长。哦，王次长，请。委员好。次长好，第一次在这里跟您咨询。好，那么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第二次的国家报告，您看过没有？这个公约这里面有提到呢，有一段哈。他提到各种的国立社交机构要透过展示、展览、营队等方式，以多元化的方式呢来推广儿童及家庭艺术教育，规划适合儿童及家庭参与的常设展、艺文展览。你觉得这一段文化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义务来提供？我想文化部会应该。那文化部要怎么提供呢？主要是提供这些内容，譬如说我们在那文化部本身有没有场馆可以提供给儿少来参观？哦，有啊，当然。我们来看一下，馆里面有。好，目前我大概列了一下，有19个相关的馆哦，有美术馆、博物馆，还有这个生活美学馆。对，美学馆。好，那我看到一个趋势哈，从2016年来啊，入园的人次呢都是下滑的，特别到了2020年就荡了下来哈、哦。当然可能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请问为什么每年的入园人次持续下降？我想这几年主要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对，但是除了疫情，这我刚剪出来了，在前几年就是下滑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譬如说像我们现在推出成年礼金，我们就希望大家尽可能的进到地方型的场馆。还是你们的场馆本身的属性对于儿少比较不具吸引力？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正在做规划跟推动，我们希望它会对儿童更具有吸引力。或者你们只计算国立的场馆，其他非国立部分没有加进去？委员指的是地方场馆或者是地方政府的，有没有加进去？有，我们是基本上现在就是透过跟地方政府的。刚刚那个统计有加进去吗？刚刚那个统计，我是没有的，哎，这是没有的。哦，没有的，其实我是往好处想了，往下一页。没有的，没有加进去。其实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地方的展馆都出来了，所以呢就分担了一些原来到国立场馆的量，也有可能啦。但是前提是必须地方有提出这样的展馆的场地才会分摊嘛。好，而且我们也是希望说，新的展馆的加入可以增加更多的参观的人次，你是不是同意这样的做法？是。好，那地方呢要增加，所以呢两周前呢，部长呢到屏东，在我们周县长陪同之下参观了屏东文化的场馆。请问回来，部长有没有指示要如何来加强提供或支持地方来增设这样的场馆？针对屏东的部分，部长是表达了支持，而且也会尽力来协助。OK， 好，我们看一下哈。其实呢，这个是一个专为孩童及青少年设计，那来推动儿少的文化展览，它可以导入儿童文化、亲子参与的剧场。那请问文化部将以什么方式来协助推动？这是我们屏东县哈，在屏烟也是文化部支持的一个产业历史遗址哈。那我们把它活化运用，要怎么来支持？我想两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当然还是会有硬体的部分，好，那如果在地方需要的是建设型的，就是它的场馆本身需要，不管是整理或者是新建，这个部分文化部会尽可能的来做支持。那第二部分当然是在内容软体上面的，那内容软体上面现在不管是结合已经有的，或者是接下来继续要推动的文化的内容，这个部分也希望在软体上面可以提供。好，希望文化部继续强力的支持地方，支持屏东。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前不久有一个野百合学运33周年的一个纪念哈，一个集会啦，我看到主席也在其中嘛哈，好像也是穿橘色那一位吗？请问次长，你有去参加吗？有去参加。你觉得33年一晃眼就过去，你心中会不会有一点哀怨，说逝去的青春要怎么弥补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还好啦哈，我看主席也笑得很开心哦。但是我觉得文化部往下看，文化部是主张啊，不要现在才来。想要弥补逝去的青春啊，
你当你成年的时候，你就要用文化来弥补逝去的青春。我很好奇啊，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要来弥补逝去的青春，文化部怎么会想出这样的标题？主要是针对疫情啦，主要疫情期间就是这个。在疫情这三年，十八岁的年轻人都没有办法。哦，疫情逝去的。对对对，还没有办法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同学甚至不认识，因为大家戴口罩或线上教学，然后也没有办法毕业旅行。是这样的关系啊。是因为这一点啦。不是因为那三年他们觉得为了准备考试白活了哈，往下看哈。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希望呢，他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但是呢，很遗憾的，除了六都之外，我们南部或者我们屏东的年轻人拿到这个文化礼金啊，不知道去哪里，是不是可以增强我们对地方？发动这些包括说有特色的艺术馆来协助地方来增设这样的有特色的艺术馆。这一次文化礼金的目标就是这样，我们会针对非六都的偏乡来促进他们跟地方场馆的不管是导览的次数、去参观的次数，或者是巡演，甚至发生校外教学的地点。这一次主要的目标就是针对这个。所以这里有先有蛋先有鸡的问题啊、哦！你们提供的礼金，这是一个消费，这是一个资源，但是场馆如果没有。他也没办法来吸纳。那你们对于后面这个承接金鸡蛋的这个母鸡的场馆，你们有什么投资的预算？所以我们会先跟现在有的地方场新地方型场馆做结合。如果它是没有所谓的大型场馆的位置，先用这个方法做结合。那接下来的支持，就是像刚已经跟委员说的，如果在地方上有需要建立这样的艺文场馆的时候，文化部也会来支持。好，那你们有开始盘点各地方有准备好了吗？有，我们其实现在已经都在准备当中了。Okay. 大概三等预算过了之后，大家就会把这些相关的办法。那屏东也盘点了。有，屏东是我们主要的目标之一。可以清单可以没有问题，可以提供给委员。非常谢谢哈。那么最后呢，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支持地方的青儿少文化专馆导入亲子参与剧场活动，也让文化礼金带动青年逛展的同时呢，支持我们地方来发展特色馆，好不好？好，谢谢。这样我们就不会有遗憾逝去的青春了。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次长哦。那谢谢钟嘉宾委员，再来孔文吉委员，请质询。好，谢谢主席。可以请教育部跟文化部的，上好，请潘部长跟王次长。委员好。你好，部长，那个蔡英文总统，他很重视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是。他在五月二十号，2016年五月二十号就任之后啊，那8月1号原住民族日，他跟台湾原住民族道歉。以总统的身份，8月1号，12月呢，成立了总统府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委员会，啊，但是我今天看到你们两份报告嘞，教育部跟文化部的报告，只字都没有提到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没有，啊，教育部的报告也没谈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在哪里，那文化部的更没有。所以你们这两份报告，我站在一个原住民立委的立场，我是非常的失望。那跟那个总统蔡英文总统跟我们那个转型正义委员会他推动的，你们怎么会没有呢？我想请问一下部长，你教育部在推动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方面有做了哪些事情？我跟委员报告哈，因为确实在我们今天的报告当然比较简单扼要了哈，那真正。对于有关依照条例转型正义教育的行动纲领内哈、这个部分呢、就有特别提到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的这个内容我再详细的再请内容是哪一方面？是你们推动的是哪一些？有什么案例在推动吗？跟我因为这个行动纲领是一个大的方针了哈、它不会谈到。那么细微，但是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确实在纲领这个教育的行动纲领里面，我们把它做呈现。那往下就会比较细致的去提到我们这几个大的面向下相关的作为。但是你现在讲不清楚，说我们现在原住民转型正义在教育部在学校里面做了哪些？是课纲吗？还是教材吗？还是哪一方面？尊重原住民的历史这一方面吗？不是、这个行动纲领2月20行政院刚刚核定了，那、我们往下就会依照这个核定来执行后面的这个作为哈、因为原住民族教育长期我们有原住民族教育法，其实本来有在实施，只是对于转型正义的这个内容，我们未来会在纲领之下来做后续的执行。
就是它的内容跟什么都还没有就对了。不，因为二十才刚刚，二月二十才上个月而已。哦，好，那文化部呢？跟委员报告，文化部大概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国际的部分，一个是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的部分，我们已经跟东华大学合作完成国外原住民族转型正义跟和解议题的盘点，那也会在接下来会跟纽西兰合作论坛，我们也会来做整个国内国外的衔接跟整理。那在国内的部分，我们已经有跟原民会这边有来合作，就是针对原住民重大历史事件的十大事件做过盘点，所以也引领了原住民重大历史事件空间纪念跟维护的这个机制。那这个机制呢，也可以让这些纪念跟补助的空间需要的话，有它的补助的作业要点。所以不管是地方政府或者是私人，他如果需要维护跟处理这些空整理这些空间的话，他也可以来做申请的补助。那针对已经被原住民族重大历史事件指定为有形文化资产的这个会议上呢，我们也有针对南庄这个相关的这些场域，包括南江水岸公园啦，这些已经在111年由苗栗县政府公告成为史迹，那也补助了700多万元。那这些事情是还在继续进行中，那也会继续跟原民会跟教育部来合作出版教材，希望可以把原住民族的这个转型正义带入校园。十大事件包括什么嘉里湾事件、七角川事件、雾社事件、牡丹社事件，这几个事件，它的场址要怎么回复？场址要回复。对，现在我们就是文化部呢，在雾社事件方面，我这边咨询那么多次，几乎还在规划了。那一文字高地啊，讲了快10年了，你们还在那里还在纸上作业？没有，现在还在开始在研究。已经有补助吧？我已经在这边讲了快10年了。所以那个蔡英文总统他宣示的《原住民族自治法》《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这两个几乎是已经做不到了。还有一个平埔族群的认定，这个还在这个努力中了。三个跳票，只有一个达到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个是《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只有这个做到。所以我们谈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这几项，三个跳票，只有一个是达成的，我真的很公正老实这边讲啊，那在其他的，那我们教育部跟文化部，你真的要努力好不好？我们会继续去维护这些空间。那个详细那个委员在行动纲领里面，有关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部分的内容有详述的，我再把请同仁把这个详细内容给委员参考。这个因为刚刚颁定，所以后续我们会深化在这方面，有关原住民族教育的转型这方面的作为。好，谢谢。好，那个次长部长请回谢谢孔文吉委员的质询。再来请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不在。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不在。我们吴丽华委员请质询。有请教育部潘部长、文化部王次长。请潘部长跟王次长。那我先就叫文化部。好，我先就叫文化部。委员好。好，次长好。看到今天的专题报告里头有提到文化部今年会聚焦在威权体制跟白孔历史空间的探讨。那我特别的关心呢，为什么因为蔡英文总统在跟原住民族道歉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表示呢，台湾的历史只有汉人的史观，没有原住民的史观。那这句话很多人都在听。那现在呢，我就是要特别讲，因为在原转会也提了很久，那非常感谢教育部原民会这边合作，就是原民会有出版了一个原住民十大历史事件的丛书，并且呢也要纳入12年国教的课纲里面。那现在我是特别有跟原民会也提过说，原住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有很多，不是局限在这个十大历史事件。那他们也同意继续来搜整。那文化部这边也很配合，因为举个例子来讲，
像十大历史事件呢，狮子乡的大龟文后裔就很有意见，因为他们说他们大龟文狮头山战役南方事件也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啊，所以感谢原民会呢已经补助前期的调研经费，那未来呢文化部这边也会做历史空间的一个补助，好，这个部分我们都非常的肯定。可是我今天来是要提哦，既然看到文化部今年要开始聚焦威权体制跟白色恐怖，我想原住民也很多啊，像我们很著名的，我也曾经质询过三峡大爆中魂碑，或者是像228的马治理事件，好像嘉义阿里山达邦乐野部落，这些都有所谓的历史空间场域，有这样一个涉及的一个白色恐怖事件，好，信义乡东埔部落、复兴的脚板山、台东的兰屿警备指挥部，好，非常的多。所以在这里我们只看到您刚才前一位质询你也提到110年起文化部这边有原住民族重大历史文化事件的空间纪念补助作业要点，我是希望在这个地方提醒一下次长，就是关于这个，我希望将原住民族相关的白色恐怖时期、威权时期的事件也要纳入一个调查盘整的范围，另外也要积极的协助地方政府针对这些相关的历史空间场域整建一起的来推动。市长这样可以吗？这个我们来推动。好，感谢哈。那接下来呢，我也要来就教我们的教育部潘部长哈。部长，我想要先请教您，就是关于我们推动这个双语国家双语政策哈，不晓得说从小学到大学大概就是编了多少的师资员额预算。跟委员报告哈，那么对于双语政策啦，不是双语国家哈，是因为这个我想从行政院教育部国发会我们也多次的谈，是，但是特别希望能够去提升学生英语这方面的能力哈、嗯。那对于有关在这上面呢，原来我们因为有几个措施就会跟原额有关了哈。是，因为现在中小学原本就有英语课程，是，只是我们希望也有原来的师资，总共就有17000位是属于在小学、国中到高中的英语专任的老师了。那我们也一直在加强这些我们老师在教学上还有学生听写的应用哦。那另外对于我们后续其实在培养的专长的这些老师是比较能够有一些在其他领域应用的时候哦，当然也包含会引进部分的外资。部长，我会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哈，其实最近大家都如火如荼啊，就是因为有开出这个缺，你知道好笑到哈，连有的学校开主语教室都要挂个双语两个字，想要去争取那个名额啦。好，那我为什么会从这个地方切入哈？因为您知道，一定这些年很多很多人都上质询台帮忙请命，关于我们的原专班。好，那原专班我们知道，按照这个实施要点呢，它虽然提到说专任师资数要至少7人以上，其中也必须要有原住民身份级的老师至少1人以上哈，所以大家在提那个申请的时候，其实账面上哈办得好办得不好我们都很清楚的看到哦，就是专任师资都很多很多哈，办得不好的好的都很多，甚至还有的提到专任师资有34名，原住民师资的也有，可是实际的状况大家都理解，到最后其实原专班的老师就是那个原住民老师，所有的课都排给他，好，这个是实际的状况。那我是想说，大家一直谈一直谈的原因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个原专班正式的专任教师的名额啦？要不然大家会觉得说，教育部很愿意把原专班生出来，但是呢，没有把它养好，甚至在这一个学年度我们看到有一间大学的原专班学校好不容易聘来了3名原住民籍的专案教师，但是他们一次全部离开，因为觉得没有前途没有未来，而且呢 loading 很重，